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施政质询。请卢委员秀院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我请院长上台。请林院长。卢委员好。院长辛苦了，院长。今天我们已经确定没有办法接受收到那个 ICAO 的邀请函。是的。那总统跟你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表示遗憾跟不满。不过遗憾跟不满不能够让国人觉得满意，因为国人就在看政府要有什么作为。如果我们只是光说不练，表示不满或是表示抗议，那我也会啊，我还可以讲比你们更严重的，我可以说万恶的共匪。可是国人要看的是政府有什么强制的作为。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你们除了表示抗议跟不满以外，有什么强制的作为吗？譬如说可以反制吗？可以制裁吗？可以报复吗？有什么措施呢？好，我想不满和遗憾是我们的态度。那至于做法上来说，我们当然还会有很多努力。那么是不是请李部长来说明？我想在现阶段，当然第一步呢，还是礼拜天我们的民航局的副局长，他还是到蒙特楼去参加 ICAO 的许多会外的一些会议。比如说跟很多的重要的国家在民航的单位，我的时间有限，有双边的会谈。你们的这个副局长去是去参观旅游，还是去举牌抗议或在那边静坐？我讲的是强制、反制的作为。因为台湾飞航情报重区的这个重要性呢，所以许多国家跟我们之间有一些双边的民航的这个对谈。所以那些对谈呢，都是在我问的题目是，请你针对问题回答，就说政府有什么反制的作为、强势的作为、抗，就是具体的制裁或者报复性的措施有没有？不是，因为 ICAO 它是一个国际组织，那院长回答，也不能够报复啊，院长，对不对？是，我想我们会就是除了刚才李部长讲的之外，我们会在。这个透过各种场合，我们会希望这个其他的这个跟我们国家比较友善关系的国家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在以后的这个所有的国际的一些参与上，能够给台湾更多的这个空间。因为没有嘛，你没有，所以没有任何的强势作为，只能喊喊话、骂骂人。那我还可以讲的比你还严重，我再讲一次，万恶的共匪。可是呢，于事有补吗？国人眼睁睁在看你们的态度跟作为。第二个请教一下，今天这个李部长中午开了个记者会，说因为现在中共的杯葛跟打压，我们国际空间越来越窄，所以 APEC 也有可能受到影响。11月份，那本来听说要邀请宋楚瑜先生，也不排除换人，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院长，那要换谁呢？如果说不是宋楚瑜的话，要不排除换人是换谁？这个部分府里面自然会有适当的考量这个未来的这个处理。那个请李部长来说说。那个我想今天的标题是完全的误导，事实上根本。所以没有换人，还是宋先生 是这样子吗？他只是问我说是对 APEC 的作为会有什么新的做法。我说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当然我们的做法是会有所调试，并没有任何暗示。这个 APEC 的，所以也不会换人。目前内定的还是宋先生。这个要由总统来对外宣布。是，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是内政部啊，你到时候你要直接负责这个案子啊。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就说你说不排除任何可能的变化嘛？有没有可能换，譬如说王金平啦、萧万长啦等等之类的？我想这个问题是只有总统能够来回答的。是，那你们有没有做最坏的打算？有可能去不了？我们不认为会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可能吗？我们最坏的情形。我们不认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是，院长，我请教一下哈，维持两岸关系是蔡总统他本身的两岸政策，
不过国人的观点是，现在非但没有维持两岸关系，还倒退，两岸关系已经失衡了。所以你们认为说，如果中共继续打压、继续杯葛，我们现在这个关系还叫做维持现状吗？还是你承认有两岸有对立、紧张、倒退的情形？这个部分请张主委来说明好吗？好，两岸关系呢，就是说大的面向来讲，现状是维持住了。所谓的现状呢，就是是一个两岸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现状。那么在整个亚太地区呢，也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状况。那么当然呢，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两岸之间的沟通联系的管道，的确没有像过去那么样的频繁，那么样的密切。所以是有一些部分是就是说没有像过去这么样的好。可是大的局面讲起来，和平稳定，这是现状，维持了。张主委讲说没有像过去那么好，院长，我们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现在你觉得现在状况是维持现状吗？我们很多国际空间没办法参加，陆客没有办法来，农渔民失去大陆的广大经济市场，这个叫维持现状吗？目前双边还是有一些有往来了，不是完全没有往来。当然，这个关系确实是有一些感觉上的问题啊。那我们反制报复性的措施有没有可能？譬如说，陆委会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就不跟大陆往来了，我们跟大陆关闭协商或任何打交道的空间，有没有可能？我们认为应该两岸之间啊，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希望能够维持大家能够从一个促进彼此有善意的角度来处理两岸问题。所以你们不会关闭，你们还是会尽量争取对话的空间。两岸之间应该 要只有彼此互相有善意互动，才会有更好的一个未来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双赢的结果。那么所有的非善意的行动都一定造成双输，不会有双赢。是院长，另外哈，到今天为止我看到我们各部会啊，还是各吹各的调啊，那这个政府本身脚步非常的混乱。譬如说这两天我们内政部的次长在讲说老屋建检，结果呢我们的部长就打他的脸，然后行政院听说你也，据民进党的委员昨天出来转述，听说你也很不高兴，说大家乱讲话。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国人的观感，哎，奇怪，这个政府说准备好了，不是520才就职，从一月份选出来总统以后，那大家都认为政府8个月下来应该要有所准备啊，可是呢脚步还是非常的凌乱。所以大家觉得政府是什么呢？政府是各吹各的调啊，政府本身是乱源，人民希望是安居乐业稳定，但是政府啊常常发布一些很荒腔走板的措施，互相打脸啊，互相打脸。所以我的办公室啊制作了一张影片，把你们这段时间你们自己的表现完全没有加油添醋，完全没有，就是你们自己的讲话啊，把它做一个剪接，我们看一下。我来谢谢大家。没有，我来。黑锅背了一整天，内政部长叶俊荣苦到笑不出来，还不如次长花进去前一天这番话。30年老屋买卖要附建检证明，次长还说要建检，部长转头说不强制。就连行政院也打脸内政部，这项政策呢还不成熟，那行政院也不了解相关政策。张以森抛出要和大陆交朋友，一派官员全表赞同，但发言人第一时间却说这不是政院立场，政策不会透过。行政院会不会做这个事？那个部分我想是一个误会了，并不是说要求百货公司午休了。林权不给面子，直接否决了这个点子。张景森没太多表情，暗淡的听着，为何被打枪？童振源身为行政院发言人，却宣称渔民未经同意登上太平岛，会让国家主权荡然无存。每天要跟大家要讨论很多问题，或跟大家来说很多政策，有时候难免嘛，言多必失。林院长，你不知道有一个电信广告叫做“网内互打免费”，你知道这个广告吗？我知道。你知道？那所以我就讲啊，我的感受是，我想我们绝大部分的民众感受也是，
林权的内阁啊，网内互答免费，是不是因为互答免费，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们每天都互相在打脸？我想刚才你提到的不见得都是彼此间的看法不一样，只是有的时候是解读的问题了。特别是像刚才您在里面提到的张景生张政委员所讲的东西啊，其实只是我们只是要澄清或强调啊，这个事情不要被扭曲。那么至于刚才最近这个就是有关花市长部分，我是不是先请，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请叶部长先做个简单说明好吗？对，花市长是在一个研讨会里面，没有，不用解释的，我已经知道了。他现在我只是要讲的是，他把现在政策在研议跟大家说明。那我们现在这个政策还在详细的研议之中。谢谢院长，你有没有考虑自己兼发言人啊？你每天就你看不断的你自己出面澄清。连你的那个发言人也会讲错话，那当然你的发言人非常辛苦了哈，同发言人非常辛苦，你也很辛苦，你更辛苦，你更惨。那可是呢，你看看每个部会荒腔走板，各吹各的调。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国人的感受。那也因此呢，政府现在是朝令夕改。没有了，他命令还没出门嘛，这个是只是在中间演绎时候会造成的这个结果。当然我们会。对花场这个部分，当然他是我也了解了，他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用解释个案，我现在想请的是想请教的是哈，有人说啊，宝宝心里很苦，宝宝不说，那林院长你心里是不是很苦？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慨？这个行政院的业务很多了啊，每个部会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独当一面的能力，所以还是要充分授权的。但是院当然要去协调，而且是要看部会的政策，如果是跟院里面想法有不一致的时候，当然还要做一些调整，这是也是必然的。那这些部会，那我希望未来团队彼此间的这个默契啊，或者一些看法能够更接近，正成熟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啊，要能够尽量减少。但是我觉得要说他们觉得这个完全就是所讲的东西完全一致，这个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了。是院长，你希望大家能够在家检讨，那你自己本身啊，我想你的各部会首长不但没有帮你分忧解劳，还制造很多的问题，让你每天、啊、他们还是很努力左支右转。你没有考虑再办一个同心营啊？再办一个同心营，大家再整合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当然很乐意。但是因为现在工作又很忙，时间也很少所以要把大家找来也并不容易。但我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随时都会来做这些事情。好，接下来主席，我要请100分的部长上台。那个卢伟，你是指国防部长吗？他蛮搞笑的，我讲100分，我没讲谁，他自己就站起来了。冯部长，你蛮搞笑的，我讲100分的部长，你就自己站起来走过来了你对于这段时间林院长我先请教你好了哈，你对你自己的内阁，我们刚刚看到脚步凌乱，各吹各的调哈，自己政府自己就是乱源，那请问你给你自己的内阁到现在为止打几分？我认为我们的内阁同仁都还算是相当努力了，但是分数这个部分我过去一直在强调我们自己不适合给自己打分数，自己不适合给自己打分数，要别人打分数那你觉得及格吗？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及格吗？我们不打分数当然就不适合对外说明。是，那给自己打100分非常有自信的冯部长，你给林院长打几分？林院长说他自己不要评，要别人帮他评。对不起，我一向检讨自己不检讨别人。你虽你这个态度也很奇怪，你打自己分数的时候很豪爽很自信100分，然后讲到院长，你是不予置评吗？我从来没有去对长官有这种态度，不应该的。我们当部下的强调一下，你现在是不敢置评还是不敢恭维啊？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伦理上面的问题。难道委员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尊重伦理吗？那你对整体内阁的表现呢？同侪之间呢？这个部分我刚刚已经说了，内阁我的讲的意思也就是内阁也不需要为自己打自己的这个内阁来打分数了。对呀、我看冯部长是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置评哈。接下来我要请教哈这个院长，我们连放个假都可以放得荒腔走板，放得天怒人怨，这也是蔚为奇观呢。不要说九二八，
劳工一国两制，老师一国两制，私校老师跟公校老师放的不一样。然后劳工呢，这个有的行业要上，有的行业强制要上，像金融事业，那有的呢就说可以放假，所以整个国家大乱，连放假这种事情都可以放的国家大乱，天怒人怨，这个内阁也真的是让人家大开眼界。不止这个问题，我现在要请教的是，又有民众在跟我们反映，因为民众要做假期的安排，这是新的议题。今年呢，11月12号国父诞辰纪念日碰到礼拜六，就是周休二日时间，但是他本身礼拜六又是国定假日，就是这个国父诞辰纪念日。12月25号行宪纪念日，周休二日又碰到礼拜天，所以呢，很多的劳工朋友或者很多的各行各业，他们要问到底怎么放啊？如果说碰到周休二日，那又碰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可否再补假？如果再补的话，他就有3天的假期，那他可以做假期的安排，尤其现在要订饭店、订机票、订这个火车票都很麻烦啊。所以这两天大家就来请教劳动部，结果劳动部就说了，劳动部就说可以应予补休，但是要劳资双方自己协商，要劳工自己向老板争取。那所以这个就会产生问题，因为有很多劳工朋友就跟我反映说，第一个，劳工如果有办法争取的话就不会弱势，就不要你政府规定了，他们就是很苦恼啊，他没有办法，因为 老板不一定同意，劳资协商不一定成功啊，所以劳工是弱势的，他怎么去跟老板能够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老板不同意呢？第三个还有很重要的问题，政府啊，提多少给人修台，你知道意思不？台湾话听得懂吗？院长，台湾话听不听？我没注意听。压多少给修都了？郭部长跟他解释一下。是，鲍委员，我说明一下啊，这就说是拿刀子让两边去说，我当裁判，我拿刀子给你两边去杀，看看到时候谁获胜，所以制造劳资争议。制造劳资争议，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政府不但没有办法解决劳资双方的问题，反而制造更多的争议。那也因此呢，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要未雨绸缪，到底11月12号、12月25号可否强制补假？包围，这可能中间有一些问答之间的误会哈，因为我们的解释令是你如果碰到假日六日的话，你是可以补假。刚才委员所谈的劳资之间的协商是你什么时候补假，所以你如果去争取到好，那我问你，如果我劳工说好，这个就是产生的问题，如果我劳工说我礼拜六礼拜天我要礼拜一补假，因为对我的假期可以做连续性的安排，我家庭可以完整的出去家庭旅游，或带男朋友跟女朋友，我们可以有个完整假期，老板说不行，那你现在一样的嘛，你叫他们两个去协商，那结果呢，也都要给他修台、啊、如果老板说好给你报，但是你不可以给他报拜一，也不可以给他报拜四，你要给他报 拜五拜三，那但是劳工说可是我这样子有一个假期计划就泡汤了，那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也是制造劳资的困扰跟争议吗？包伟，你这个例子有点太极端了，因为我们这时候你补假是协商，协商不至于会弄得是互相残杀，你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因为你们长官说了算，下面的人不敢不服从啊，我双方去看，那但是现在劳工就是处在弱势啊，因为你们高高在上，所以你们认为说不至于，就是劳工叫我们问的，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弱势劳工，如果我今天老板面有难色，或者老板他说不同意，我能怎么样呢？我难道跟老板说我一定要休吗？那老板就是那种面，有的老板 面色难看，那有的就不同，根本就告诉不行。如果老板真的有碰到，不要说广大劳工，极少数老板这样的话，你叫他怎么处理？包伟，这个他的权益是他有一个假，但是要和什么时候休，这个是要协商，双方面都有机会。所以老板可以不同意吗？
可以不同意礼拜一连着休，或者礼拜四五六可以吗？如果礼拜一真的是工作很忙或是有单子，那大家就可以互让一步，说让礼拜一你来上班。所以你就叫劳工要让老板的意思，要互让一步。但是老板也可以考虑一下劳工的，如果他们三天正好有一个外出旅游的机会。我问你啊，假设你是那个劳工，你跟老板说，我希望礼拜一补或者礼拜四补，让我三天假期连续。老板说不行，那你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机会坐下来大家谈是可以谈的，但是怎么谈嘛？你现在教我嘛？怎么谈？老板说不行啊。就看谁认同谁的这个需求，然后大家都可以让一步嘛。劳工不认同，老板说不可以，老板也说不行，劳工不可以这样子，那怎么办呢？你现在讲的院长，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说。基本上我们的官员不食人间烟火，太过理想性，然后讲的都没有办法解决劳工的问题。劳工就是认为说，老板他可能会碰到老板不同意，那老板工有的老板稍微好心一点，嘴跟冷工后不拜托的，你就想搬姐面有该拜托这里，那你能怎么样呢？卢委员，刚我要特别说这个放假的问题啊，其实不是现在才有，是过去就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只是呢，四十小时的工时没有休之前呢，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因为四十小时没有休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是可以利用这个移动假期的时那个和这个工那个加班，不是加班，就是多余的那每周多余的那个养老时间做调整。郭院长，四小时休法之后，你们不要去讲那个内容问题，我只要请教你，我从刚才的询答当中我就知道，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两天，派面劳工还是没有办法据理力争。照我们郭部长刚才讲的，大家坐下协商。我现在谈的案子就是说，因为劳资协商不成，要怎么办呢？也没办法，那劳工当然是只有吃亏。不过院长讲的态度，因为我们总咨询讲态度，我请教你，从九二八到十一月十二号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我们这段时间一个政府放假可以放到天怒人怨，各方不满，你有感受到吗？你自己满意吗？我自己也觉得目前的状况要赶快来改善，很糟糕，对不对？就是全国的放假日期应该要统一了。所以郭部长，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语言，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直没办法对焦。我现在告诉你，劳工碰到这样的问题，老板不让他放怎么办？你告诉我说，还是坐下来？不是，那坐下怎么办呢？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没有告诉我，如果老板不给他放，这个是不行的。但是至于什么时候放，大家可以商量。所以如果说老板说，哎，这个假我不给你补，林院长，我们要罚他。你听懂我的命题了吗？他好像没听懂。啊、但是刘委员，这个问题其实五一劳动节也有啊，他也是可以解决，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解决了？就是没解决嘛。那五一劳动节每年就是没解决嘛，类似问情况发生、啊，就是没解决嘛。所以五一劳动节如果碰到礼拜六、礼拜天，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情况啊，就是没解决嘛。所以劳工才叫我请教你们要怎么办呢？以前五一劳动节有这个情况，他们都就是以前没解决，所以才现在叫你们解决嘛，不然换新政府干嘛？新不如旧啊！不是，以前大家秩序还很好，现在天下大乱，还造成一国两制，帮天下之大。这个、你现在讲一国两制也是过去长期以来存在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所以为什么要换政府？那你换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你不要一直跟我讲五一劳动节什么前朝，你们现在的状况更糟糕。这就是四十小时中工时休的时候，这个问题没解决嘛？我们现在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嘛？院长，没关系，我觉得最主要是从对答当中，我替民意代表要替民众发言，民众有陈情，有困扰，当然，那有问题要请你们。你今天答复，我不需要去面对。你今天答复，你自己想想看你的观感。我应该是说我们民众觉得，劳工觉得你解决他的困扰了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就像到现在为止，九二八。私校、公校老师放的假不一样，劳工放假就纪念老师，教师节就老师没放，结果呢，一样劳工两样情，那你们自己要去面对嘛，好不好？好，谢谢。接下来我要请教哈，乐生有两万的这个劳工，这个股市这个投资人呢，今天再来陈情来抗争啊。早上我也听到你回答这个问题，那我现在认为说，政府不是光喊话。管理就好，最重要能解决问题。那所以呢，这些受害人他要求的是政府要赔偿嘛，要补偿嘛。一个人少则几十万，多的话几百万，两万人哎，一个人如果几十万到几百万，两万人非常可观。所以大家想了解的是政府怎么解决。早上有人提到说，我也提到说，那乐生的这个大股东负责人。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有十几亿的股票，有没有保全？
有没有去给他扣押查扣，那我没听清楚，我也觉得语言含糊，这十几亿至少还可以达到将来做一个赔偿基础吗？查扣完成了吗？保全了吗？法律完成了吗？还是不要随便在这边跟我们糊弄啊？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包含好几个部分了 啊。那么没关系，先告诉我这十几亿，这十几亿查扣了吗？保全了吗？谢谢，我想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有关那个百尺竿头这部分哈、啊，是控制住了。啊、不是，请你针对我的问题回答，不要逃避问题。这十几亿的股票，大股东的这个股票，乐生的这老板的股票，请问查扣了吗？保全了吗？将来可以当做赔偿的基础啊？那个未来会赔偿，要还有一部分要经过法律来认定。到底有没有邱部长？但是呢，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些股票哈，全部都可以控制住。有保全查扣了，可以控制住，这没有办法，这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未来要不要法律、对不起，完成了吗？好，那个报告委员哈，那个查扣的部分大概两个部分，一个是由这个投资人保护中心，他们可以去做民事的这样来扣押。那我们这个法务部所属的这个检察署呢，他们已经针对刑事的扣押的部分呢，大概有针对其中几个人做。那因为侦查不公开，大概有对大概三个人以上做了刑事的财产的扣押。包括大股东，所有大股东的，十几亿股票，我没有办法讲说到底是谁了，但是基本上你案情要随时，这个是可以公开的案情的，就是要随时告诉投资人，你政府办到哪里没有吃案啊？我们是侦办刑事的案件，那我们做刑事的财产扣押，这个部分我们有做。好，那你们投资人保护中心去查扣完成吗？刚刚讲百尺竿头那部分完全扣住了。好，是。百尺竿头只有一部分啊，真正还在乐生手上啊，绝大部分在乐生手上，还没完成查扣嘛，对不对？那个就是乐生的股票嘛，乐生股票那全部都控制住。那当然就是要这部分啊，要不然这些大佬大股东自己还是将来事情完了以后不了了之以后还是他的钱啊，对不对？百尺竿头这一部分哈、啊、有那只有一部分，百尺竿头就一部分而已嘛、啊，对不对？对。那第二个是院长，现在这个跑掉的原来要收购的这个百尺竿头的。名义上的负责人啊，这个日本人叫做这个菅野由昭跑回日本去了。那请问我们的驻日代表处，我们的检调单位有跟日本政府打交道吗？这个人在台湾诈欺乱搞一通然后跑掉了，现在就可以跑掉，我们就不闻不问，我们设驻日代表处干嘛？所以这个人找到没有？有没有给他什么样的刑事上或是司法上的处理？两岸之间有怎么处理吗？还是就放他跑掉，以后各国人士都可以来台湾诈骗，都可以来诈骗，随便收购乱搞一通？他涉及的犯罪的部分，那么请邱部长来说明。确实，我想这个部分呢，检察官他们也把他列为他们要侦查的对象，哎，他已经在进行他们的相关程序。这个人找到没有？哦，基本上我们要先找到他的住址嘛，哦，那才能够找到住址了吗？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北检已经在进行中。我看根本没找到，这个人就不了了之，你们就放他了。那以后啊，随便人都可以去偷一个外口人、外国人，然后呢，哦，北部、部部的徐伟行，那赚了多少钱，可以有暴利，他就赶快来收购。如果一看股市下跌的话，他就赶快跑掉。那政府如果连一个掌握这样一个外国乱搞的人都没办法处理的话，那会让人家觉得政府没有侦办跟处理的决心。刑事的部分绝对会侦办。最后哈，我今天早上听到你们的询答，就在提到说，哎，这个呢？都是这个乐生百尺竿头要负责任，这个呢是中心要负责任，这个是投资人他自己要负责任，这个是什么保护人中心要负责任。院长，我告诉你，既然政府不是只要负责书面审查，你们今天一直在讲政府只负责书审不要负责任，政府当然连带赔偿。为什么？这个就好比审建造一样，审建筑执照发建造啊，政府不是只有我做图面上或是书面整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政府自己在缺失上，在所谓的前金预备金没有办法去了解，实际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要收购人或被收购人他本身财务的状况如何，政府只是做书面审查，拜托找工读生来就好，干嘛成立一个部会？所以这个就好比建造。所以我对早上才提到说政府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我大为不满，因为我觉得政府不是只应该负责书面审查工作，就像建造一样，政府要负责连带赔偿，请你正面答复。先让丁主委说明好吗？各位跟委员报告啊，这个制度啊，公开收购制度是在民国91年证券交易法
定在43条之一开始相关条文，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都是采取所谓的申报。你直接回答，我剩50秒，政府要不要连带赔偿？我觉得不需要，因为你们只负责初审，那金管会可以解散。哦，不，这政府要规定一些制度，这个制度当初还民国91年。以后啊，就派个公读生，然后直接在那边初审就好了，完成法律，完成那个书面作业，跑文件跑一跑就好了。陆委员，我是不是来做点补充说明啊？就是这个。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假设说今天政府要负责审查，这里面会有一个道德危机，啊，也就是很多人都会出来。我跟你讲，今天因为就是政府前面没有把法律弄好，没有把这个事情弄好，所以你要连带把所有的流程弄好。以后你当然，你们现在是3/4多数嘛，赶快去修改法律，把洞补起来嘛。但是这个案子，你不能把责任或是他本身受伤的，让2万投资人他自己去。自己去承受啊，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政府有连带责任啊。讲得很对啊，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环节要弄好，所以我们会检讨这个制度，确保好，谢谢。接下来请郑宝清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我请院长。请林院长。郑委员好，辛苦了哈，没问题。如果累的话，坐着答复也没有关系。好，谢谢。来，我刚刚啊，我们刚才卢委员啊，代表人民的声音，讲出说，他说啊，他还可以讲是万恶的共匪。一定你拢无评论啊？我想我们政府部门呢、啊，还是希望能够理性的看待啊两岸的问题。如果他代表人民的心声呢？当然，他的我想，如果我相信每个人对两岸问题的都有不同的看法啊，和想法，那么我们都尊重。对，现在问题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希望我们参加这个 ICAO， 然后这个我看到欧洲议会的议员也支持，对不对？是的。因为中国就打压你，我现在请教一下 ，ICAO 是不是要用国家的身份去参加？是不是要国家的主体才能参加？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那个 李部长来说明？那个ICAO 呢，我们一直啊都是以中华台北民航局。我问你说是不是要国家才可以参加？他不需要吗？不需要国家。不需要的，所以他连不需要国家身份参加，他都要打压你。是的。哎，这个不是像卢委员讲的万恶的共匪吗？啊，部长。所以现在我们讲愤怒抗议都不够嘛？我们可以看到哈，哎，我请问一下，请问一下院长啊，中国有没有限制他的人民到韩国或日本去观光？有没有？我的了解，他曾经限制过，好像到挪威吧，但是韩国日本、韩国没有嘛？那他口口声声说我们是血浓于水，是两岸一家亲。但是到最后，就想办法打压我们。哎，一堆人就无优先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捐了70几亿给中国。同样的，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啊，311大地震，我们是捐了70几亿。但是我们捐了70几亿给日本的时候，你知道日本现在对我们多友善。我们这次去。到日本国会外交的时候啊，日本的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从首相到他的秘书长，我们通通见到，还100多个国议员来请我们吃饭。哎，啊，中国咱提这么多给他，哎，他老是在修理我们呢。院长，我们应该去考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哈。我说啊，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跪着，
跪在地上，明明就没有九二共识，我们的政府官员可以做这一个假的九二共识。院长，我们要不要跳脱这个九二共识，重新寻求新的共识？嗯，有关这个部分，其实蔡总统已经说过了，就是九二年的会谈，这个事实是有的啊。那么我们是也同意有这样一个事实，就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讲一中各表嘛，即使是国民党讲的这样，你讲你的，我讲你的嘛，我们两个都在吃饭，但是你要吃牛肉面，我要去吃西餐，怎么会有共识呢？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提出新的主张？比如说我们讲说两岸共识是要共存共荣，院长有没有可能提出新的共识？我们乐意跟对岸做任何的沟通和这个寻求彼此间的共识。所以刚刚啊，卢委员问你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的政府啊，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政府啊，施政非常繁杂，所以就要三繁就简三秋素，要把那很烦的东西把它删掉，就剩下深秋的树枝一样，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对中国，我们不需要再跪着了。我们可以看到南宁的八个县市长，有的不敢去，请副市长去，他们可以得到什么回来？恳求别人跪下来，就得来更多的欺辱。所以，一定啊，不用客气啦，爱安怎走，咱就安怎走啦。是的，我想我们会在两岸在这个交流中间，我们一定会以对等尊严的方式来这个看待。所以人家讲九二共识叫九二共识嘛，人家讲得很清楚嘛，中国为你嘛，等到杀你的时候，饲料就不给你嘛。其实我看到我们的观光客并没有减少啊，大陆当然是急剧减少。但是其他都补回来，我到七月份跟八月份，等一下我会跟院长啊请教。我们知道啊，讲到我们整个施政很重要的、啊，就是要做什么？我们要开源，开源不是要加税，是要减税。当然我们的税务现在很低，但是是不合理，高低到无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因为所得税很高。所以现在啊，院长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有钱人都想办法请老婆移民，移到哪里？移到新加坡去。做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个人的所得税太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台湾到45%，我们看到我们隔壁的新加坡20%，香港只有15%。所以造成了我们金钱大量往外流，再加上前政府做什么说要打房，结果资金通通流到马来西亚、泰国甚至日本。钱出去，台湾就不会有经济循环的荣景啊。一定，我们这个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谢谢政委员的指教。有关这个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税率跟这个营利事业所得税税率差距过大，以及对这个差距太大，就是很多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很多这个就是外资和内资的这个待遇的问题啊、哦，我们都会请财政部来检讨。那么未来，但是呢，这些改革因为涉及到的这个争议性非常的大啊，那么我们会这个让财政部先去请一些外界人士来提供一些意见，作为我们未来的这个修改方向的参考。我想要大修改，不修改的话，我们的钱通通流走了。所以我们希望啊，院长能够带头，这很多跨部会的事情。我讲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跨部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政务员跟院长，你要掌握方向，要赶快来处理，要不然钱流走了之后，台湾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荣景。啊，当然了、啊，我们知道啊，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啊，院长希望能够把这个遗产税啊，能够调整从10%、15%到20%。那么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2002年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是收50%的遗产税，但是啊，
我们总共收到了1993亿。到了2009年到2016年，遗产税金额是10%，结果我们收到了1964亿。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你的遗产税从50%到10%，结果多收了4亿。我们知道遗产税避税的成本大概是12%，那你20%会不会造成这些有钱人想办法避税？第一个，我想跟郑委员特别说明啊，就是您刚刚看是遗产和赠与税的总税收，而事实上呢，其实实际上关键是在于什么？我们为什么后来税率降低之后呢，税收没有减那么多？是因为赠与税大量增加。那赠与税大量增加是规避遗产税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税率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必须要做有所改变。是，好，我现在讲说哈，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好的政府领导者啊，他不要找人民课税，就可以找到很多财源。我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我特别提到我们的全台湾没有一家公司，他的土地从台北、台中、高雄又到台东花莲，又回来台北，只有台铁。但是我们把所有资产都浪费掉，全台湾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公司有这么大的资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资产通通在都市的精华区上面，最精华的地段，就通通都没有使用。所以院长，我特别请教你一下，桃园现在希望啊能够铁路地下化，而铁路地下化可以让政府有大量财务的收入。我请问院长，你会不会支持桃园的铁路地下化？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我们王国才王市长来说明？我想原来在铁路是高架嘛，那因为在郑市长那边也希望说把它变成个地下，那目前这个计划送到我们部里面，那主要是现在最大症结是在它原来从300多亿变成快1000亿啊，所以主要是在这个财务负担的部分。那我们是希望桃园市政府这边能够把自偿率的部分，就是刚才政委所提的，刚才谈到车站啊，或是附近土地的开发的效益，把它放进来以后，让我们整个自偿性高一点，让我们不是你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政府都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嘛？有在所有铁路地下化之后，政府可以收入将近3000亿啊。对，院长，我先请问院长一下，院长你支不支持桃园地下化？我希望这个桃园，因为你现在讲的是一个原则嘛，啊，那要看西部的规划。对，啊，就是原则上你会支持，对不对？如果它的这个效益是够高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支持，但是一定超过了。来，我再请问院长一下，但是你现在跟我讲的，那你要大概什么时候启程会有点距离了？会通过核准？这个部分我尊重交通部的专业考量。交通部呢，王市长？对，我想说，还是刚才谈到，就是政委你刚才谈很重要一点哈，不管是台铁的土地，或是台湾市政府土地，怎么借由铁路地下化来创造更多的收益。不啦，那钱拢无问题啦，拢算甲足清楚的啦。阮桃园哦，只有从外一块不到100公顷的地，就赚了650亿呢。对啊，是不是？后摆七个车头呢？市定量无得想，来，我给你看下面啦吼，来，看下面，你看，这个只要从化最少中央就可以拿400亿回来，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可以赚2232亿。院长。这么多钱，半暝半已经开工，半暝半已经核准，而且桃园的地址又这么好，一定有没有问题？这个部分，我想你刚刚提那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去评估它的这个效益，好不好？一定哦，这吼、哦，这我跟你讲啦，你现在问一个建商，现在问一个做建设的人就知影，这笃定会赚的，而且桃园的地址挖下来一大堆的所有的。咱讲吼，阮伫讲做建商的人讲，伊足济石头拢会使买。院长，如果说像这种这么评估这么好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技术来完成？如果像评估这么好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是不是评估这么好，我们还是要一个专业机构去审议了。我是足客气讲啦，比这个较好啦。比这个较好，我说院长要支持啊。我们会就是照刚才讲的那个原则啊。而且哦，桃园还会增加30米的林荫大道。两边没有噪音，更重要的是两边的土地跟房子都会大涨，这个就是长富于民啊，让人民有财富啊。如果你做高架，桃园你知道不知道？做高架本来是要预计要拆掉7000多间的房子呢，现在不拆30米，我的房子就看到高架铁路，
以后噪音谁要负责？所以，哎，处长啊，卡机要干咩啦？对，我刚刚我们现在最严重就是我们政府的效率不好吗？现在也不是卡机要干咩？对不？我们跳过一个悬崖，不是做两步跳？是是，现在我们要跳过啊。我们审查的速度很快了，像刚才政委谈到效益到1823亿，哇、哦，那太好了，因为。这样好像感觉那个啊，偌久安偌久会好啦，你搞报酬率非常，时间偌久会好。是不是最终还是把刚才这些效益能在他的报告书显现了 啊？我们有一个审议委员会重审，而且很快来审、啊。你预计大概到核准要多久时间？送到经，因为也他的报告书好像上礼拜刚送进来，所以我们现在人正在看，我还不知道他里面，比如说刚才谈这个效益有没有放得很具体进去哈？有，都放进去了。那放进去这样就一千，就是我们那个现在900多亿，看有1800多亿的话，还有赚，你知道？这样变得有赚了。对，当然是啊。啊，这样那中央就不用出钱，那我们当然乐观其成是、啊。但是现在中央不是中央有钱要收入啦、啊。我还跟院长讲，长照就靠这个钱就可以做到你四年下来、啊。我后来发觉不行啊！我后来发觉不行。工商还跳舞。我后来发觉啊，这个钱啊，要做长照是不可行的。做什么不可行？做长照，你跟我讲说这个赚到钱可以做长照1000亿啊？长照为什么不行？国家财务都是 一体的嘛。啊不，我们希望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不啦，他进来了吼，来，好，我再请问一下啦，中社捷运什么时候会核准？中社捷运刚送进来嘛，他从桃园市到回龙这一段，那你现在因为它包括它的形式跟未来整个桃园。你简单搞，我当时当完成就好啊啦。不是，咱政府是要定目标，全力去达成嘛。不对，政委，就说你们送进来，我们就会审。现在是它也是刚送进来而已啊。你现在讲的这个都是刚送进来而已。啊，多久会完成啊？你搞你们大概预计多少时间呢、啊？因为还没有。讲较长者，我紧啦。我们用最快啦，现在很难定。最快，你最快的目标啊。不是政委，就是说他进来都报告写很完整，很可惜，那当然就很快。但是他现在内容刚说进来，就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知道内容是什么、啊。我们用最快速度好不好？好啦，你讲用最快速度了，妈的花时间鬼啦。我看哎，处长我安尼讲话不完你。没关系啊，政委员，你又不是只有。啊也不是今天只有咨询嘛，你随时都可以跟交通部联系，好不好？来了解这个进度，好不好？好，好，来，来，我再请问部长一下哈，院长哈，我知道我们现在最重要，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开源节流，最重要松绑，要松绑嘛。对。我现在看到很多我们都在松绑嘛哈，我在交通委员会一直在强调讲说，人家日本、泰国人、文莱人到日本不要签证啊，现在我们也开放了哦。那这个当然这个松绑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未来台湾小孩子有未来，就是要靠松绑。那我请问部长一下，我们知道我们的邮政储金啊有这么多钱，6兆多，但是我们是绑了很多东西不让它动，就造成这整个钱放在那个地方。哎，院长，这个要不要松绑？邮政储金，因为它跟一般的金融机构不一样，我的了解它是应该转存在中央银行，转到中央银行啊。有几的员工都跟我抱怨，说要转给中央银行，一样给他利息，他不够付他们的薪水，一定。这个人政府管太多嘛，你今天要让他做事情，讲到这些，我们为什么管很多？一定，我说我们的国营事业也是这样呢。知道为什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的奖惩制度，年终奖金都一样。然后更离谱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考绩甲等、乙等、丙等是用造轮的啦。我知道很多政府机关都这样。是应该这样，就是看你改不改啊。是的，这个部分牵到整个公务员的这个考级制度。那么，我想，因为公务员有很多其他的保障哦，造成的这些问题。哎，不是啦，院长，你如果不做事，可以讲100个理由给我啦。你要做，只要想一个方法就好了。这个部分也不是，我叫你想一个方法就好。我跟你讲，我在台演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的主管如果用轮流，那主管就要下台。就改变了嘛，没有人敢用轮流的嘛。那好，奖惩制度我们要松绑，什么松绑？不要限定他每个人都几个月嘛，你可以高低差拖到5倍，拖到5到6倍都没有关系嘛。很好，你的想法我们可以1个月到7个月都可以给你啊。你做不好就是1个月，甚至只有半个月。好的话给你7个月、8个月都可以嘛。哎，院长，我们要叫这些国营事业去做事情，它是我们未来台湾发展很重要经济的一环。因为为什么公营事业每年我们国营事业每年支出2-3兆，2兆多，对，没属于政府啊，是的，啊，所以你要叫他有绩效，你就要给他什么棒子跟胡萝卜嘛，
现在不是嘛？我们就限定一堆，你多少钱不能改，多少钱不能用，啊、结果是什么？卖做台积的董事长、哦、大家最称赞，都一定要等你啊薪水上好。哎，好，我现在回过头来了，丁主委啦，是。如果那个刚刚讲邮政公司要做一些金融业或银行业的那些业务哈，除了这些业务以外的业务哈，可能就变成要根据银行法对他的那个所谓的存款准备啊，或者是说他的风险的控制、内控内稽啊，整个可能要配套的，要跟那个银行一样的那个配套，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就如果要增加业务的话，会有这种风险了、啊，是这样子。对，我相信啊，我们希望政府不是说有风险就不做了。是，所以说，如果说是他这边照银行那边的改变的话，那他当然可以做银行事情。对，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这个就是要松绑，要不是松绑，跟邮政公司其他的那个绩效出来，要配合那个就是说相关的那个银行的管理的方法。他这个如果要做这个，不是他，我想做这个邮政公司如果做放款的业务，直接做放款业务的话，那他就要在释放，他就要面对放款的风险嘛，所以他要接受银行的管理嘛，他就变成银行嘛，对，那就变成一个公营银行嘛，对，那就这样子而已嘛。是是是，院长，他把邮政公司我现在讲说啊，你政府不要限制太多，造成了他没有办法做事。我现在当然不是只有松绑，不是单一。我上次啊，在总执行跟院长特别报告，我们的松绑不是单一的，你外劳要不要松绑，他薪水要不要国际化，我们的协会要不要松绑，这个通通都在松绑里面啊。我觉得我当然我同意松绑的大原则了啊，不过就是还是要看个案了啊。对了，我知道啊，就是院长你要好好去思考了。我们现在谈面对这个经济不景气、人民收入没有办法增加的情况底下，院长你的领导特别重要。当然，我们会，其实我们已经也在检讨啊，就是有关松绑的部分。院长，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在台湾下来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打电话希望我帮韩国人推销产品的是哪一个国家？是谁？你知道吗？是韩国的外交部。哎，人家做外交是这样做呢。我没有同意。过几个月打电话来说，我们有新的颜料，哎，请你帮我们推销。哎，那是我们驻韩国驻台湾的代表。所以人家经济为什么一直往上走？我们没有办法走，是很重要的原因嘛。我还讲说我们在松绑的过程里面，哎。泰国我们跟他松绑了，对不对？他不要付签证费，对不对？哎，我们到泰国就要付签证费啊，一年要付10亿啊。院长，这个要不要去谈判？这个部分啊，当然我们是外交部有跟在泰国在洽谈，就是是不是应该双边都应该免签呢？啊，对了，我想就是要去做事嘛。我们不是讲松绑之后我们就要去谈判，对不对？当然。对不对？你看我们咱若无甲收个一个人签证费，啊，一年咱来付这侪钱哦，一年付10亿呢。不过，这位你看，我们有60万人赴泰国去旅行啊，一个人1800块，我们一年要付掉10亿。哎，外交部，外交部要做一点事啊。哎，我定啊，是，要做一点事啊。是，对不对？你看，我们一年60万赴泰国，一个要1800块，一年付掉10亿。如果我们政府懂得去谈判，那么一年就可以省下10亿啊！不是只有这，只是单一个国家。侯定是，你会不会去谈判？这个现在我的印象，现在已经免除了泰国啊，泰国免签是我们免给他，不是他是他政委是说要泰国有他收我们的钱，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收他的钱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要不要去谈判？他也没收我们钱了。有啊，怎么没有签证费？怎么没有落地签？还是先签证费都要收1800块啊？哎，我们这边在这不知道啊。不要去谈。我现在讲了好了，我部长回去查，就要想办法去处理哈。好，好，还有那个，我跟你讲，那像自动通关那个系统，也要想办法互惠，好不好？好，好来。我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谈判才会让我们台湾带来更多的好处。院长，我最后再请教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现在啊，在台湾买东西，外国人到台湾买东西，那退税，一定会在这代志在不在？院长知道吗？退税知道吗？对，我知道营业税可以退税啊。对，但是要去哪里退知道吗？这个部分是有几种，如果是退税的话，当然是目前是在那个就是免，就是除非是，要不然就在到海关出境的时候了啊。对啊，到出境才退，对不对？那个跟委员报告，现在不迟了、哎、啊！
现在不止在商店本身也可以退税，一个是小额退税，另外还有几个大的据点，像101啊，没有金额的限制都可以退税。都可以退税。对。所以我们就让消费者简单，对不对？对对 对, 对。他就在买的时候，同时就给他退好了。对对 对, 对。哎，院长，我们这次到日本和其他立陶宛三小国，我只要问他说，哎，在哪里退税？他说机场退税，我就不买了。为什么？哎，到机场匆匆忙忙，又怕飞机时间来不及，又他排队排队又排很长，我就不买了。另外跟委员报告，现在我们机场啊，设置机器用机器退税，30秒就退完。对，我想就是要速度要快了哈，像人家光二才，哎，你买东西来。院长，我再请教你一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普悠马号啊，这个光客风景很漂亮。我是在建立交通部啊，要在上面就什么，就让所有的观光客在上面就可以采购，免税商品就在上面卖。因为这个啊，我跟交通部咨询，交通部说涉及很多单位。院长，我看这个可能你要请这个我们的政务员去做。来，是在普悠马号上面做卖免税商店商品是。那对这部分，我们可能要跟像财政啊，还有相关的单位做一些讨论。对，我们希望当然这个院长你要帮忙了哈。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场所嘛，但是它后面还是这一些这个退税项目。你要把它当成免税商店呐、啊。对，当然它的购买还是要有对，就是免税商店标准的、啊。对，都有嘛。你不管是卖免税商店也好，卖那个一般的商品也可都可以嘛哈。所以这个一对交通部老师讲说，这个就涉及各部位，又怕财政部不配合。免税商店他就是要去，要一定要国外国人护照才能够去购买。对，当然了、啊，他刷护照就行了、啊，他有护照就行了嘛。那这些管制是不是对普悠马号或对台铁来看，他是不是有这个符合他经营效率和成本？对，如果说有效率的话，院长可能你要大力来促成了、啊、哈。我们请、哦、院长先请就是交通部去评估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经营效率，好不好？好。哎，我再请问院长一下，现在哦，我们现在政府对很多外人的来台湾投资啊，当然现在我看起来数量是越来越少，啊，所以会少的原因就是我们行政效率不好，所以有没有办法我们设一个单一的窗口，我们招商啊，不管是招外劳，我像新加坡申请外劳三天，院长，那申请外劳要六个月，申请外劳，哎，怎么样？知道吗？对不起。就是有中介，新加坡你要照顾你家里有65岁以上的先生，65岁，你家里要请几个外劳，申请3天。哎、欸，来，我请问一下劳动部部长，报委员，六个月，六个月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在招聘的时候，选工的时间比较长，大概要多久？台湾要多久？台湾在劳动部的话，大概2个礼拜，劳动部的手续不是啊，2个礼拜，让三天是外劳上高领导呢。我们劳委会、劳动部就要申请，就要两个礼拜。你委干嘛嫌贵等？应该还可以再。如果说案子所有的这个资料都是没有问题的话，大概7到10天应该也可以。要走路可能啦，唔做用找100个理由啦。我是这样讲说，你不做就可以找100个理由，要做就找一个方法就好了。对不对？谢谢委员，我们请劳动部来检讨，我们来检讨一下。就是来说，我现在讲说，不是只有说你审核2个礼拜，我们政府就需要负责任。负什么责任？你工厂也好，你要申请看路也好，你从申请到下来，外劳到你家里要多少时间，那个都要去控制啊。速度加倍，效率3倍。不过这个东西、哦、好不好，现在国内还是希望很对外劳还是有对，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人数的限制嘛。我讲的不是就外劳、哦，我讲的是整个政府的效率。所以我们现在有人来投资，你看以前要投资盖700-800个章，政府效率不好，我们就没有竞争力。投资会盖700-800个章，我是很意外了。你唔知哦？我要了解一下。你唔知？丢了以前就讲，人去要去东部投资。盖了817个章，这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现在讲说，大概都不是单一事件了。我现在讲说，我们的政府就是什么一个单一窗口，单一盖一个章我就解决了。那个，你只要申请投资的，钱要进来，钱要进来的，院长，那怕他亏着了。我们已经有一个计划，是对那个5以上投资要做列管，就是单一窗口列管啊。那个这个部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请李部长来说明一下。好嘞。不是只有单一窗口，而且什么？对，就像你刚刚讲的，
盖一个章就可以处理了。对，跟委员报告，那个的确我们在那个整个单一窗口的结构，在经济部这边同时也协调其他部会。那一旦开始收件之后，就进入整个列管的程序。就是那一个人负责收件，他就负责给他出去，对不对？就是 PM， 对。对，其他的附近后面协调事情都是这个窗口负责。对对，是就是。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对对。不过这案子应该还没有正式定案嘛？还没定案。那我们定案之后，很快会对外界说明。对。我想，哎，院长速度可能要快一点了，好不好？27。百姓对我们期待很高嘞。院长一定会遇到困难的。我跟你讲，这个部分其实我已经跟教进一步已经谈过一阵子了。那么进一步，刚刚部长跟我讲，他说27号下午他们会有个记者会来说明这个案子，就有关对于加快投资的这个单一窗口的这个做法，就是已经开始，已经慢慢成型了，已经筹备很久了。对，这个案子那个就是说那个速度很重要。是，院长，我的公子你好，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电话铃声不可以超过三声，第四声才接记过处分了、啊。很多人讲那就不要接，不要接开除处分了、啊。那个整个公司士气就爬起来了。电话铃声，大家比赛得啥啥讲，为什么不小心掉了被记过？所以我们要员工说不可以三声无奈，两声就要接了。这个是我们要产生效力啊。是的，对吧？哎，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刚开始摸索的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一定不要怕，我们只要方向清楚，目标清楚，过程的困难跟挫折跟目标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的事情啊。没问题，我们会，您刚刚讲的那个效率的提升，我们一定是会来努力。哦，哎，所以院长跟各位部长，你们都不要担心，我们就往前走，往对的方向走。让人家的批评就留给别人去讲，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好不好？好，院长，怕不要。好，谢谢。台湾的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好不好？加油哈！我们一定会努力。谢谢。好，谢谢。接着请吴思雅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好，非常感谢主席，有请林学仁林院长。请林院长。请外交部李部长。请外交部李部长。吴委员好。午安，部长辛苦了，我们所有的各院同仁大家都辛苦了。我想今天我们就以比较不一样的思维来探讨，来回应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楼柱外交部李部长很多的外交作为政策的部分，大家很多讨论。但我要说，我希望以更进步更前瞻的方向来面对不一样的时代需求。首先，这几天都讨论到的外管裁撤的这个政策，下一页，我想请教一下部长，目前的政策进度，我听说公文就在您桌上嘛。目前我们整体的评估，全世界这么多的驻外使馆，我们在79个国家，40%的国家都设有驻外使馆，当中当然在美国就设了13个，比起其他的国家是明显偏高的，甚至就一个中东地区14个国家，台湾就设了8个。我其实认为应该检讨，应该与时俱进，因为我们在面对新的时代趋势，本席是支持裁撤外管，可以讨论透过周延缜密的评估之后我们稳健的上路。所以回到我的问题，目前的确定的这个裁撤管处评估如何？这个管处的裁撤的问题呢，谢谢这个委员的指教。事实上外交部啊是非常慎重的在考量，这个是由我们各地域司啊，还有这个我们研社会啊，他们会诊各种的意见，然后这个案子整个我们还没有真正签报行政院，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想继续沟通，继续详实的评估，很好。下一页，当然，我支持的一个理由，
当然是我们可以再重新检讨我们整个财政负担的一个配置，占了39%，包括人事65亿，业务推动费30.6亿，加总起来每年95亿的外交预算用于我们120个的驻外管所。是的，它的比例是可以检讨，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源有限，这些钱这些预算是不是有更聪明的花法？我想部长跟院长应该都同意本席的一个检讨的面向。好，下一页。当然我支持检讨财政外管政策的一个理由，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外管它设置的距离非常的相近，它的服务的区域重叠了，当然也有很多外管它本身的功能是不彰的。我这个表格是整理出来有哪些各大洲里头哪些管设其实是有业务重叠、功能不彰，值得检讨。我再次说几个面向，财政的负担，我们是不是要作为一个所谓别人外交大国的那种设置广设外管的那个思维，以及功能的检讨，都应该可以在我们新政府的团队里头来做外交的改革。下一页。但我要说，我也希望在这里获得院长跟部长的共鸣，外交可以不一样，外交应该不一样。我们省下来的人力，我们省下来的预算，就应该有效配置在值得推动的新的外交模式。部长，您是外交专业，公众外交这个您不陌生，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现在有这个 new media 以后啊，有一个不同新的层面来看这个公共外交。是，我在这里也分享给我们的院长啊，我希望您可以给外交部在公众外交推动上更多的支持，在这个政策方向上更多的 support。几个关键字，公众外交就是公共外交，它是透过软实力，它是透过文化的传播，它是透过私部门的协力，透过非盈利的政府组织 NGO， 透过地方政府，透过公民团体来进行。下一页。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这一两年，我本人，我从市议员到进入国会，我协助了年轻世代的公民团体如何来进行公众外交。我想院长跟部长都不陌生，2010年的世博在上海，前朝政府非常支持踊跃的前进上海世博，我们不只有台湾馆，更有台北馆。当时我在台北市议会，郝龙斌市长大力的推动台北馆，其实我都支持我们前进任何一个国际赛会来推广台湾的文化。但是去年2015年的世博会在米兰，院长您知道去年有米兰世博这件事吗？我不清楚。那部长？我那时候在澳洲，但是我知道这回事。那您有去参与吗？没有，我在澳洲服务。我把这个故事很简短的做分享。政府缺席了，前朝政府选择2015年，当我们接到意大利政府的邀请的时候，选择拒绝参加。一群平均27岁的年轻朋友说：“政府缺席，但公民不缺席。”下一页，也就是 No Taiwan, No Expo。这一群年轻世代自行策展，他们的策展宣言是：“这是台湾品味的输出模式，透过公民力量自主参与国际盛会的第一棒。”那个时候，几个交大建筑所的学生来找我，思瑶姐姐，帮帮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走出去，但我们怎么走出去？下一页。所以他们想了一个 OP to go， 简单讲就是把台湾 to go， 把台湾带到米兰，把台湾打包外带出去，是为了回来由台湾公民来打造一个台湾馆，然后打造台湾品味的输出模式。下一页。他们用什么方式呢？几个年轻朋友
在米兰盖了一个台湾馆，在米兰租了一个房子叫 Casa Taiwan 台湾楼，在米兰他们做了台湾的创意脚踏车三轮车，在米兰的市区啪啪走，到处奉茶，茶是台湾的文化。下一页。而整个策展的重点是以食物的软实力力量，台湾是美食的国家，尤其在2014年、2015年，我们经过很多的食安事件，几乎把我们的美食国家的这个名号给打趴了的时候，年轻朋友说用食物的软实力力量前进米兰世博，把肉霸崩、把小笼包、把挂包都带到米兰世博会，以食物来策展。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公民外交的方式。下一页。但我要跟两位分享，那个时候国家缺席了，非常感谢很多县市的政府加入了，当然包括当时时任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他也加入了。我们都在网路上协力推广，我们大家一起公民来策展，我们要把什么带到米兰去。当初柯文哲建议他要把新竹米粉带到米兰去，蔡英文主席他说要把他最喜欢的洋葱炒蛋带到米兰去，包括赖清德、包括林佳龙、林志坚，很多的县市首长协助了推广。下一页。甚至帮忙募款，而成果耀眼，十几位27岁平均年龄的公民朋友在米兰，透过留学生、透过在地的侨民、透过台商，公民自主的创下了丰硕的外交成果，非常多的国际媒体的报道，甚至它更深层的意义是全民公民的策展集结，跨领域的串联，这是非常可贵的经验。下一页。重点来了，资源不足，当时的中央政府完全不愿意 support， 因此这群年轻朋友用网路目前募资的方式，有1212位自主的捐赠者，包括吴思瑶本席，包括柯文哲市长，这张照片就是柯文哲市长他个人捐了40万，包括赖清德、林佳龙，包括这些县市首长，平均每位也都慷慨解囊来参与，募到了1800万，但是就是没有中央政府。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孩子在外馆，在外地，我们的米兰万馆，我们对不起罗马办事处，欠缺正面的协助，甚至有很多还来提醒这些孩子，你不要闹太大，怕出状况，是用这种消极抵制的方式。当我们的孩子为了台湾的公众外交第一线走到米兰世博会的时候，我们的外馆驻罗马办事处是消极回应的方式。所以这群孩子回来以后告诉我，四瑶姐姐，我们的感觉是在外面我们台湾没大人，我觉得很心酸。下一页。刚刚说这群年轻朋友说前进米兰世博是公民参与国际盛会的第一棒，第二棒马上就来了，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台湾的年轻世代。第二棒就是现在 right now ing， 此时此刻本席在这里向两位提出质询的同时，我们有几十位的年轻朋友正在伦敦的设计双年展进行公众外交。下一页。这是第一次伦敦设计双年展以国家馆的名义来邀请中华民国政府，但是很遗憾，去年的当时的执政党也没有具体的回应要参与，所以这群孩子主要是留学生的串联，他们再一次说国家缺席，我们不缺席。我不晓得部长您知道这个活动吗？抱歉，我没注意到。您没注意到，这就是凸显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公众外交此时此刻在伦敦双年展第一次被自从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以国家馆的名义把我们台湾退出之后，首度
有一个国际级的双年展，是以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家名义邀请我们前往。部长您不清楚，我不怪你，你是接任者。现在这群孩子就在那，他们同样的策展，来下一页，还是发挥台湾的软实力，实务是一个好方法。他们设计了五道改良的、更有创意的、融合台湾味的一个实务的设计。此时此刻 ，right now， 在伦敦展出，下一页。而他们的成果再一次丰硕，再一次辉煌，再一次值得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世代为他们鼓掌，给他们一个赞。台湾馆在伦敦设计双年展被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评选为五个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展馆，也被非常知名的设计杂志评为十大备受瞩目的展览之一，非常多的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甚至三十几个国家参展，两个国家并列人气最旺的馆，一个是黎巴嫩馆，一个就是我们这群可爱的年轻孩子。下一页，同样的问题来了。我以为当初米兰世博的经验会让我们的外馆检讨，我们给我们的公民外交多一点支持，没有，没有。在外馆的部分，很多事情我可以私下跟部长报告。我们在伦敦的外馆同仁，我不要只说消极，我觉得对于这群孩子在外面打战，在外面冲，其实有很多是打击台湾年轻人的信心。所以这些外馆同仁如果不是港青，不是跟公民朋友站在一起，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消极的不进步的外馆同仁吗？而这一次我感谢文化部本席出面，中央政府获得我们文化部100万的支持，而部长你有没有看到外交部支持了4万元，文化部支持了100万，我谢谢郑部长，外交部4万元。这是一个我们对于公众外交重不重视，我们要迈向新的时代的外交挑战，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资源配置。下一页。所以公众外交真的公民出发，政府支持，绝对是聪明的方法。公众外交的对象不是政府为主，而是他国的公民。公众外交就是去中心化，去除政府的政治色彩，它往往更能够获得他国民众的民心。而公众外交用公部门在背后支持，私部门站在前头，是往往能够创造更多的优势。美国的国务院就成立了私部门合作推广办公室，全力结合民间力量推动公共外交。下一页，我时间有限。美国经验，美国是投入最多的，尤其在9/11之后，它甚至有4项法律的授权。下一页，德国公众外交它的软实力的 target 是什么？就是要打造一个超级品牌的国家，思想的国度，科技创新产品的创造国。他们的推动策略我想部长很清楚，歌德学院跟德国之音。好，下一页。韩国经验，这几年韩国用文化的软实力，透过影视音产业，透过韩流也就是时尚，透过他们的电子产品成功的进行公众外交，而且现在韩国花非常多的力气在东协国家，就是我们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这些 target 的国家。下一页，跟台湾同样是小国的新加坡经验，他们的 target， 他们的目标诉求是求生存、求发展，宣扬新加坡是一个知识的输出国、技术的输出国、人才的输出国，透过观光、透过会展外交、透过会展的经验，新加坡也做得不错。下一页，我们最大的竞争者在外交上的中国，我去找了很多资料，我甚至发现中国的每一个地方省市的政府城市都在做公众外交，因为他们要全力去扭转中国在国际上的负面形象，所以他们非常绵密有计划的透过对于他国的公民进行软实力的输出，然后让颠覆他们对于中国的防卫心，人家投入非常多资源。下一页，
所以国际各国、世界各国外交预算在公众外交这一块是大手笔。就以今年度，美国投入了10亿美元，英国10亿美元，德国8亿美元，日本4亿美元，韩国1000万美元。下一页，台湾的外交是小媳妇，公众外交是小媳妇。部长，我已经泄题了。我本来想问您，台湾今年外交部的总预算244亿，公众外交这一块占多少？部长，我还是想从您的嘴巴来说服我，数字不是这么少。我想这个吴委员的指教非常有道理啊，我想我们一定会啊要检讨，虚心检讨。今年的预算规模，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公众外交协调会，预算平均1.11亿，1.11亿，占我们所有外交预算的0.5%。甚至在补助我刚刚说的公民团体的这一块的补助费是连年下减的。你看，从102年还有200万，103年193万，连续这两年都只剩10万块。也难怪刚刚我替这些伦敦双年展的公民朋友来争取外交部的支持时候，因为一年只有10万块预算，你给了我们4万，其实也应该很感谢了。可是这是多么卑微卑微的请求，这是外交部要协助公民朋友、年轻朋友走出去的事，不是吗？这样的预算配置要不要检讨？这个我想我们国内尤其年轻一代的这个活力啊，实在是非常的充沛。我觉得我们做政府的应该想办法资源配置，您在这里承诺未来在外交部的资源配置，我们现在检讨外管的裁撤，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公众外交的 promote，这是一个新生的力量，也是一个新兴的管道。您在这里承诺要为我们的公众外交在预算上是不是有更大力的挹注？我需要你的政策宣示。我想在下个年度的这个预算里面啊，我们一定会有重大的。不要再是1.11亿。好，我觉得10亿、20亿、30亿都是起码的。我们总预算是244亿。是啊，只要主计长愿意，我们都很高兴。你要大力争取啊！主计长只是第二个核的、啊。当你送出来的如果是50亿，如果是100亿的时候，这彰显外交部协力公众外交的雄心壮志。那院长，您全力支持外交部在公众外交预算配置的提升吗？我想预算这个有关这方面结构的调整的部分，确实是可以朝这个公众外交这方面啊去加强它的这个比重。院长全力支持新兴的外交管道，但是我提醒一下，下一页，钱不是重点，但没有钱万万不能。但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提醒，我们现在的公众外交都欠缺，虽然资源很少，但是已经在逐步推动的那一块是欠缺创新多元的战略，而且仍旧是以政府为主体。我们要扩大善用 NGO， 透过留学生，透过台侨民，透过台商，这都是帮助我们进行公众外交的好途径。来，最后一页，我回到我们的好朋友AIT 理事主席柏瑞光，他刚卸任，他的提醒就是，台湾对美国应该多投资资源在公众外交上。过去台湾对美的外交资源人力多花费于政府、国会、智库及侨民服务上，未来应该结合在美台人的团体，还有民间组织、社群媒体的意见领袖，全力透过公共外交来建立台湾在民主、科技、人道、和平、文化领域的新品牌。当然还有一位英国的公共政策的学者，这个是格瑞，他就说，台湾软实力资源丰富，但公共外交是匮乏的，民间组织往往比政府更获信任，就像慈济。所以最后我期许，也谢谢院长跟部长，你们愿意正面来协助我们公共外交的推动。好，谢谢。好，谢谢。谢谢部长，请回。我接下来请财政部许部长。请财政部许部长。院长，您如果辛苦，您就坐着休息，没关系。好，谢谢。
天带了很多，这个是什么？卫生棉。我带了很多卫生棉到国会殿堂，因为我要为女人讲话。我想问一下两位首长，你们有机会为家里的妇女朋友购买卫生棉吗？有没有这个机会？平常有没有？ 院长没有买过，所以这是对你来讲完全陌生的领域。部长呢？我本身是有购物，有帮忙买这些。好，下一页。这部分没有了，这部分、你没有买这个，你有购物，但是没有买卫生棉。对。好，这就是台湾的男性。其实我们台湾的男性对于女性的生理保健真的欠缺教育，欠缺正确的观念。我手上有，来，这里是卫生棉爸爸款。平日因为有分泌物，要用这种叫做护垫。如果生理期要来了，有量少型，有一般型，也有量多型的夜用。我想我们在场的女性阁员大概都不陌生。下一页。而女性用品推陈出新，除了卫生棉，还有棉条，还有月亮杯，还有生理裤，很多很多。下一页。我今天要破题的就是，在国际有一个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就从卫生棉停止课税开始，就从停止对女人的流血来课税这件事情开始。荧幕秀出来的是一个 change.org 的网站，他们的诉求是 Stop taxing periods, period， 停止对生理期课税，停止吧。女性的 period 一个月少则五天，多则七天，我们要花很多钱在买这些。我算过，一个女性一个月要投入大概将近两三百块，一天就要五六片。我想两位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来上一堂女性保健的生理课。为什么国际在做这个运动？下一页。从英国开始，超过32万人联署支持要废除生理用品的增值税，增值税 VAT。有一位英国的工党议员，他就在国会辩论的时候提出，棉条的 VAT 增值税代表的就是 Vagina Added Tax， 就是对我的阴道课税，就是对女人课税，对女人已经承受这种生理期的痛苦，还要对我们课税。因此，经过国会的辩论，英国首相卡麦隆同意，他要停止课征生理用品的税率，但是需要去跟欧盟争取。目前这个议题因为脱欧怎么进行未定之天，但是这在英国有高度的共识。下一页。加拿大是成功的案例，也是由女性的国会议员发动，从2004年就开始，但是都没有获得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领域的支持。后来大学生开始串联，也是在网络上，本来目标要50000人联署，一个月以内就有7-8万人参与联署，大家都说不要对女人的痛苦为我的流血来课税，拜托男人们体谅女人吧。非常感动，加拿大政府在去年的7月就把女性卫生棉品的这个税率从原本的5%降为零，不再课征。当然对于国家税收有失血，他们大概一年有11.7亿台币左右的预算会受到国库的影响的收入，但是他们彰显对女人的照顾，停止课税。下一页。美国就在今年，奥巴马总统也宣誓，他支持，他也呼吁各州来废止对于女性用品的额外课税。目前美国50个州当中，已经有13个州确定停止课税，而尚有15个州进行强烈的讨论。最新的消息，就在这一周，加州的州长 Brown
他拒绝了加州的议会的多数支持，他否决了停止对生理用品课税的这个提案，而目前在加州产生非常大的非议，被强烈的批评。但 anyway， 美国做了这个进步的事情，这是一个社会的正义，这是一个对女性照顾的一种进步的政策。连奥巴马都说他支持。下一页。所以各国风起云涌在做这件事情。刚讲的英国，包括我们亚洲马来西亚、德国、澳洲、法国都开始发起这样子的公共讨论，国会开始严肃的讨论。下一页。而台湾，我试算过，每位女性的经期大概12岁到50岁平均来算，如果以每个月花200块，她一生在她有经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她必须花费9.12万在购买这些卫生棉、卫生棉条。而如果我们现行的税制是对她加征5%的营业税，对于女性流血而科的税是4342元，看起来不多，一个女人一辈子4000多块不多，但是这是一个进步的观点，这是一个社会的正义，这是一个照顾女权的积极做法。我也算过，我们的税收，如果我们朝进步国家的做法，至多一年的预算规模大概是减少7.5亿，就是国库的收入。下一页。因此我知道现在财政部在针对我们的货物税在检讨，我们要扩大对很多民生用品延役可能要暂缓，就是不就是减征。那营业税也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但是不管营业税、货物税，我们都可以朝修法，本席就将提出这个法律的提案。我要知道的是，可不可以增加一项，也就是女性生理用品停止课税，给女人的流血多一点贴心，多一点体贴，多一点关怀，多一点温暖。我想这政策上，部长您请回应。我想我们这一部分呢，对我们来讲是新的议题，我们可以来评估。那你个人觉得支持吗？当然以税收来看不是很多了，规模不是很多。那基本上我们强调租税是一个中性啊。没有说可以延役，可以基本上税收不多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推动。院长，最后的时间，您肯认这样一个国际趋势吗？跟上国际，帮帮女人，院长。报告院会，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请赖委员释宝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哎，主席，各位先进，那么请一下行政院的林院长好吗？请行政院林院长。嗯，赖委员好。好，院长你好。这个刚刚发生的，我看一个即时新闻啊，3:30左右的新闻。这个我们的一个留学生啊，在爱丁堡做研究，英国的爱丁堡做研究。那么在巴黎捷运的攻击事件之后，台湾人又再次的被攻击。我们的留学生叫黄大伦，35岁，他的手被砍断，这个好像不是第一件，不知道第几件。就最近呢、啊、全球的恐攻行动啊，在欧洲这样子的展开，到处展开，而且好像看起来也有若有若无的锁定华人，锁定台湾人攻击，这个事情呢、啊，你掌握的情况怎么样？那部长，这个部分我不了解，是不是请外交部来说明？好，报告来委员，这个状况我也还没看到报告，抱歉。你还不知道？我想最近这个恐攻行动啊，可以说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了，我想也未必是只对我们的国人了，是不是？是啊，可是他已经不是第一件了，已经就是那种隐约有感觉。这种呀，恐怖的组织也针对台湾人在进行这类似的恐怖呀攻击行动。我担心的是说，会不会从海外烧到岛内来了？这个，因为最 just in 了、啊，3:30的新闻出来，可见你还没有掌握这个讯息啊！赶快去掌握，这个院长赶快去掌握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对国人来讲，应该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哦，非常大的。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留学生在外面读书，只是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华人的样子，台湾人的样子，人家这样攻击、这个东西蛮可怕的哈。我想，既然部长在这里的哈，就是我们讲一下今天大家很关心的 ICAO 是的的事情哈。我看你们就是表达遗憾吧，表达不满啊，然后我就要问着 ，What's the next？ 你们请问做什么事？还是船过水无痕，骂一骂，开完记者会回家睡觉去？事实上，这个我们的民航局的副局长，过两天就要出发了。去哪里？去 Montreal。Montreal。去 Montreal 跟许多的国家的他的民航局的对口啊，有一些双边的会谈，进不去啊，你都进不去了，你去干嘛呢？不，那是在会外，我们还是还是有场合。另外，就会外跟他握手。不，然后跟他 say hello， 不是有然后晚上请他吃饭，是这样吗？有安排双边会谈啊，有安排双边会谈。院长，院长，你要不要考虑跟总统报告一下？总统看起来愤怒，全国人民都愤怒了，不分党派，公民都愤怒了，对不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不管怎么样的话，要让台湾国际空间有才对啊。3年前也有啊，为什么现在没有？我觉得任何的政治因素不应该去干扰台湾人参加国际空间的一个权利嘛，是的，对不对？完全同意。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成的这个的 next 的做什么事啊，部长啊，太消极了。你们应该要派一些人出去，把台湾这一套带他去，要带蒙特利尔去外面静坐抗议。这个我想再过几天，对不对？这个委员就 I care for Taiwan， 你不是讲陆联吗？啊 ，I care for Taiwan， 对不对 ？Taiwanese right， 是的，这样子嘛，可以吗？对，有没有准备这样做？事实上都有规划了。不，有没有准备这样做？有，有吗？有，什么时候？就是在过几天。啊 ，size 多大 ？size 多大？现在还不能够预估，因为我们也晓得有许多侨胞的，非常的义愤填膺。不止侨胞啊。这个最好院长是不是派个副院长出门去啊？层级够高。副院长大概到加拿大还有问题哦。到加拿大有问题，不能去，要、不然你去啊。我也不让去。啊，你也不能去。对。啊，不然次长去。次长去恐怕也不能从事、次长也不能去，那谁可以去？你可以去。你没有授权给我啊，对不对？你说要拜托我去，我就考虑哎，对不对？哎，没有，就去。
要冲出去啊！台湾的那种冲劲不是要冲到国际上去吗？院长，你好像讲一些事情，好像就是说你的眉头深锁 ，say something。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是，是的。我想，我觉得，我其实我也表示过，这个部分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权利。也是国际的义务啊，因为台湾这个有这么多的飞机经过我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我们应该要这个去争取，而且不认为任何国家或任何组织有，应该要会剥夺我们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那么，所以我们会在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表示抗议和不满。啊，那个院长跟部长啊，我觉得只有靠侨胞是不够的啦。不能把这个事情这么大的事情放在侨胞的前面，因为这个是三年前是可以的，对不对？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应该是我们的官员带队啊，也不是立委带队，立委只是民意代表而已啊。官员带队啊，你要看找什么层级的带队啊，布条一绑，那个样子才像，可以考虑吗？我想政府要做政府的工作了，好，那么那部长吓得要命了，我讲部长吓得要命了，这个不会吓得要命啊，不会吓得要命，快吓得要命了，你对不对？不敢接招啊，是不是？不会，那是从昂迪亚的恨。另外来讲，院长部长，三年前为什么可以参加？因为两岸关系好啊，两岸关系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国民党执政就是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蔡总统说要维持现状，现状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说不要九二共识，那好歹你要举一中各表啊，一中各表你也不要。但是呢，但是我们也都很清楚。然后现在蔡总统的就职大典有说两个很重要之支柱，一个叫中华民国宪法，一个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各表。请问院长，你可以讲出来吗？不要九二共识，我要用一中各表，看大陆怎么接招啊！我现在等于教你法宝啊！你觉得怎么样，院长？这个大陆这边所提的是九二共识，但是我不了解这个九二共识什么共识内容了。来，张主委，你要讲吗？我们对于九二，我们的看法是说，我们并不否认，在1992年海峡两岸双方。有一个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呢，也达成了若干共同的谅解跟认知。不，你不接受九二共识嘛？是不是？你连四个字不敢讲，你不会学那个田文茂说那四个字，对不对？我心里想啊，如果田文茂可以讲那四个字，李院长你可以认真跟。刚已经讲了，中国大陆。你九二共识，你认真考量跟蔡总统说啊，我们能不能类似用包装式的说，过去的执政。执政者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展开两岸的什么什么，我们尊重这个。你把过去这个放进来，过去的说不定就可以被接受。过去所讲的这个九二共识的内容，其实是已经经不起考验。事实上就不是一中各表，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原则嘛。没有，他们讲的，我们讲的一中各表啊，那就不是共识嘛。那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就大家一起没有共识来共识了。你这样讲啊。如果讲这么清楚，那两岸就永远就没得谈了。所以啊，讲不清楚、这个，那我就告诉三位长官，那就在你们执政，两岸就继续冰冻下去，就大家有点模糊空间。我们讲一中各表，他们不愿意接受，可是他不接受，我还是要讲啊，我代表台湾还是要讲，这样子。然后呢，他勉强，因为我上面有一个九二共识啊，他要一中，我要各表啊，他勉强他就说，哎呀，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事情有时候叫创造性的模糊。院长，凭你的聪明才智、口才之伶俐，难道你不会跟对方这样讲一下吗？对不对？讲一个稍微模糊一点的，他们也可以接受。田龙猫就讲那四个字，你也可以讲那八个字，可以吗？这我刚刚已经说明清楚了，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是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九二共识这个内容啊。我们不清楚他实在是怎么，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院长今天的答案，还有部长还有主委的答案，也就是等于告诉我们的，等于告诉我们的美国的过去的长官说，10月10号期待蔡总统在两岸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说法，已经 hopeless， 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不需要期待的，你清楚告诉全国老百姓，10月10号 nothing new，
在两岸政策那边，我刚才我对吧？赖委员，我再还想再回到请问你，请问你刚刚提的问题、啊、你先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现在已经预告我们说十月十号就 nothing new 在两岸政策，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不在乎台湾的国际空间被打压。虽然大家都很愤怒，我也很愤怒，每个人台湾人都应该愤怒，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地方无解。为了你们的政治信仰，为了你们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坚持，然后台湾人民不管怎么样，所以我们的这些没有了，这个 out 那个 out 不在乎，因为我要顾住我的。简单来说，就是只要维持国家的主权啊和尊严，我们都愿意去跟对岸去。我请问你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丧失主权吗？这个部分不是到开口闭口讲中华民国，你现在是中华民国的院长啊，你不是台湾共和国的院长，你也不是台湾什么的院长，不是，你是中华民国的院长啊，当然行政院长，对啊，所以捍卫中华民国了，一中各表就是捍卫中华民国，一定要一中各表，难道不是吗？不是对岸只讲九二共识，那对岸对岸你不要管对岸吗？为什么你 follow 他的痛，你要 follow 我们的痛啊，我们的痛就是大声讲出来，我叫做中华民国，我就是一中各表，他们要听九二共识，他就听，他就拿那个，我们就拿这个一中各表，这两个是连起来，八个字不能分的。那个院长，你稍微不要那么 defensive， 你仔细晚上回去啊，这两个你就可以回家了哈，回家想一想，我现在跟你讲这段话，是在帮你哦。来吧，你们两位先请台，请下去哈、哦。我要请院长，我讲这个我是起个头在帮你哦。你现在叫危机四伏啊，四面楚歌啊，或者人家讲四面埋伏还是八面埋伏，也搞不清楚啊，是不是？外面独派的人拼命要叫你下台，然后呢，你的内部的人拼命出包，内政部摸来摸去，变成了三十年老屋，要建检，啪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现在收回去了。我所了解的哦，我所了解的哦，这是内政部长的意思哎，不是那个花建群次长的意思，来。部长要不要讲一下？他等于找一个替死鬼、欸，找一个花进群替死鬼、欸。他是交代他要去弄的，结果他讲出来说：“哎、欸，无，那不是我讲的哦，哦，那不是我台哦，一台那个人叫花进群。”委员不是这样子了，不是这样，让你讲，你讲，就让你讲。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制度哈，是从五二零以前就有的安家雇员计划。那主要是2206这个地震之后，确实也有围观大楼倒塌、嗯，所以那时候的政府就已经拟定了一个安家雇员计划，六、年为期，编了508亿。嗯，那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也有30亿在推动奖励，奖励大家来申请房屋的检查。好、那里面尤其是耐震部分的检查。那耐震部分检查如果初评，好、哦，初评的话，那我们都补助，全额补助哦，6000至8000。嗯，所以现在的制度是怎么样？现在的制度就是鼓励性质，哈、哦，然后政府补助，也没有增加我们一般民众的负担。所以现在是这样，现行的制度是这样。三十年以上的老屋，确定要建检，你确定要做？三十年这个字呢，是昨天花政次在研讨会，他只是举例，讲错了，所以从来没有三十年这个数字。老屋都要。嘿，那我们的数字哈、哦，不是三十年，更大喽。我们的数字其实是三年以上都要咯，只要不是 first hand 都是古屋啊。委员，我们在考虑的，从过去的政策到现在，都是以九二一为界。九二共识。好、哦，是事实上是地震。九二什么？九二什么？88年呐、啊。好、哦，八八年，八八年那个时候。我刚提个九二什么东西？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大地震。那因为大地震之前的建管比较宽松，嗯，大地震之后建管又比较严格。那所以在那之前的房子，所以不是三十年，是九二一之前，民国八十八年，那个也不是三十年，八十八年以前都要，就这个意思。三十年其实是一个完全是当时花政治的一个举例，那结果变成三十年老屋，其实根本就不是以几三十年或几年。那你今天就讲清楚哦。那所以安家雇员是针对九二一以前取得执照的。部长把这讲清楚，你的意思就是九二一之前的房子以后要买卖都要附建检证明，是不是？没有，不是这样。啊，不然是什么？以现在安家雇员的计划，这是过去，嗯，啊，五二零以前就已经啊，这个詹善政院长都核定的一个计划，嗯，那现在延续，今年都在进行。那它的作用呢，基本上就是对于如果民众自己认为他房子的安全有疑虑，他可以来申请，那我们给他补助。6000至8000，现在申请了多少？几件？
现在申请确实是比较少，多少？总共才4000多件，四千多件，而且用的预算，全台湾房子启动，所以那个诱因不足。房子启动，我请问你，房子启动，你们不知道？我知。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本来要预定79栋，不是户，79万，对不起，79万栋。但是以现在来讲，我们只是今年光框定，我们今年只是要框定2-3万栋都达不到，那所以民众诱因不足，所以以前拟定的这个政策哈，确实是需要检讨哦。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说怎么样保障民众的安全。所以你的政策就是说，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不像说今天媒体写的，所以媒体错读了院长的解读哦，说院长打脸你，说现在发现，所以那个我们确实也不是内政部，那个所说的也不是内政部的政策，也没有经过院核定，所以只是一个研讨会在提的时候几个思考的。院长，你要不要讲一下对这个看法？没有，要对这个看法。对啊，他讲的就是我讲的意思是一样、啊。可是为什么 这早上的媒体都说不是啊？说你们一讲花敬群讲完以后，院长打脸啊，说没有这回事啊。所以就说你们的内阁叫做一想就讲，一讲就错，一讲就错，然后错了就赖，就这样子。我们把它讲清楚嘛，哈、我们只是把它讲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研讨会，把现在对现在未必是很好的一个政策，因为过去就已经拟定了。那我们师徒要对人民的安全负责，所以做了很多政策上的演绎。你到现在哦，还是讲不清楚，大家还是心慌慌。我们家的老房子就心慌，哎，那以后我房子要卖给谁啊？我没有。那委员，我讲清楚一点，现行的政策是奖励性的，是补助。啊，不做没关系。那其他的部分都还在演绎中。不做也没有关系，也不需要附什么健检证明，没有这回事。没有。没有说买卖一定要附什么证明，这都没有。但是研议的部分确实有讨论到几种可能性，未来该怎么办？因为我们执政之后，我们拿到安家雇员计划，我们看到这个它的执行是还是真的不符理想、不符预期，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这样我们人民的居住的安全要能够照顾到，所以我们负责任的去做很多研议。一个研讨会，然后我们的重要长官。内政部政务次长是多大的一个官？他随便放一炮，你得背美利啊！你听懂背美利吗？你听懂吗？哈，背美利啊！你背美利，你知道吧？所以以后我们会特别注意这样子。内政部的，谢谢委员，我知道你说明的清楚啊。另外一个部会啊，一样，国防部要部长要不要请来一下？部长啊，请国防部冯部长。这个他走路时间稍微停下来，部长，部长最近很红啊，电视一打开都是你的画面，还蛮帅的，很洪亮，你的100分啊，大家印象深刻。我不追究你那个几分了、啊、哈，反正这个你要自己打几分，我没意见。你要打200、300哈、啊，但是外面有人在看了、啊、哈，我们在看。请问你啊，募兵现在怎么样？今年募兵的情况非常好，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超过目标啊！既然请问你，既然都已经达标，超过你的目标，为什么你们还放出风声说，明年84年次的大学毕业生可能要当兵，从4个月到1年，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明年有征兵9000。对啊，你为什么征兵呢？你都已经募兵都 over 了。这两个是不一定，不，这两个是不相干的。我们这个明年的志愿役的招标也是招明年的，就是把它招募过来也是明年的。但是你现在人已经太多了，不是吗？已经超标了，你还征兵，还要变成一年，有这回事？有没有？这个很重要。我为什么答问这个问题？口水问题我问实质的。很多家长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在问说：“哎，哦，小孩子。”要当多久啊？要当4个月，当1年的，差一等差高久，这个4个月的是83年以后的，83年以前的，他们按照国家的宪法，他应该要服兵役的。不是84年以后呢？84年以后，他们是服4个月的，叫做军事替代役，军事训练役。会不会把它改成1年？
我们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要改的话也要到立法院去修改。有没有这样规划？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划。如果立法院提的修法，你们接受吗？立法院接修法，我们接受；立法院不修法，我们不接受。院长就在这里，我刚才那一张已经跳过去了。院长，你现在就说啊，暗处有很多那个 sniper， 你知道吧？狙击手啊，就对着你打，要希望你下台。特别是深绿的有几位啊，他觉得说，哎，这个江山是我打出来的，台教我们台教啊，林权台教的时候在哪里？怎么现在当院长？他一直先把你打你下来，我们呢、啊、对你还十分同情的、啊，老实讲。可是另一方面呢，你的格言一天到晚出包啊。刚才内政部崩一个，啊，过去的交通部清楚了嘛，对不对？过去的交通部还没弄完，现在劳动部九二八讲不清楚，到现在为止九二八怎么放？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对不对？有人讲说五一劳动节的情况就好。有人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劳保了就放，公保了不放。后来发现不对，适用劳基法的放，没有适用劳基法不放。还有人也说不对，反正到现在为止啊，莫衷一是，也搞不清楚，啊，也搞不清楚。所以你现在可以看了、啊，你的内阁一天到晚出这个包，大家外面呢、啊、就觉得说，哎，你的内阁。隔远是不是也呼应外面的 sniper 啊，狙击手啊，砰砰这样子啊，就配合搭配起来一起让你烧烧烧烧烧，然后让你早点下来，你是不是？谢谢你的关心了啊，我很关心哦，不用担心了，我很关心哦。既然国家已经交给你们了，就是你就好好做啊。当然了，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努力，尽心尽力，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同仁都会一起努力来做。但是看起来你的，哎，部长先不要走，还没讲完呢。我是感觉，一方面你感觉给人感觉企图性不太够。霸气不太够，企图心好像一副可做可不做的样子。把事做好就好。像那个国防部长啊，那个冯部长啊，他就一副哎、欸，我一定要继续做到底。即便外面一直嫌我也没关系，状况一直出也没关系，外面打几分都没关系，我自己打100分没关系。我另外再问部长一个，按照你们的规定，你们的弄一个，我们就弄一个叫国安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的平台哈、哦，它里面就超过5000个人有意见，你们要回应，你们要回应哦。简单来讲。修改兵役法当中的性别不平等的条文，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请问院长、部长，特别是部长，这个意思就是，女生要不要当兵？部长，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83年以前没有招募女生的这个兵，但是83年以后自愿意有招募。现在呢？未来呢？现在你可以看了、啊，刚刚开始我把它登录下来的、啊。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5000多个人，他们就希望是修改兵役法里面性别不平等的条文，修改国民服兵役的义务，简单就是希望女生也有机会参加，比如4个月。女生其实有些招募的这个志愿役里面是按照立法院的规定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规定去做的。院长，我刚刚之所以讲，你要讲话吗？好，再等一下，你先请吧，哈。对，你先站上去。院长，这个是网民的提议的，所以说等着那个国防部来回应。院长，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就是来回应。是，我们看到重大的政策，我们看不到行政院的角色。比如说，你们要废特侦组，这么大的事情，行政院没有院版呢，没有院版呢，转型正义条例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没有院版呢，你们就是立法委员版呢，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反正有事情出事情说立委的意见，你呢躲在后面，所以我们就感觉啊，这个内阁啊，我不好意思讲叫怪胎内阁，我们叫外星内阁，头很大，因为啊，这上面你是总统 assign 的，可是底下、啊、一直说的，为什么？整个政策主导。立法委员在主导啊，都不是你们主导啊。非特侦组也是法务部长也提过嘛，我们行政也有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嘛，啊。还有啊，这个人民集会游行法也是立法委员的版本呢、啊，就我可以随便列10个重要的法案，在立法院吵翻天，行政没有版本。就刚才部长，我们伟大的这个洪部长讲的话，哦，这个84年以后，反正。立法委员立法怎么定，我们是怎么接受？
不是啊，行政要你的版本，要你知道冲的一个对象，要有你的方向，你要才知道你想做什么啊。因为我们送立法院的法案了、啊，通通经过行政院的核定。啊，没有啊，就没有立法院以后是经过行政院核定的，没有院版核定，我们要照做，你们照办。我学问你，比如说正当法也没有你们的版本呢、啊，也没有你们的版本呢、啊，我。光不做任何的事情啊，都会经过立法院的核定，是是是不会自己乱做。啊、这个洪部长可以请回来换他，我没有跟你吵架，你不要这么凶哎、欸，不要紧张哎，来来来，邱部长哎、欸，我跟委员报告哈、哦，这个行政院对于立法委员所提的案子，在我们这个在野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用所谓的这个政党的这个党团的版本。那当然，自在之后呢，我们行政院都会要求各部委。针对委员所提的法案，要提报我们的修正建议。那这一次您刚刚提到，就是我只回答一句，因为我们也认为这样的单纯的这样的一个废除不好，所以我们很感谢立法委员听取我们法务部的意见，我们也对外说明后面的这个修正版本，就是我们法务部的立场。院长，来你请回，院长，我跟你忠告了哈，你要强势一点，看起来你很强势啊。事实上你很软弱，因为啊，反正要重大法案，特别是争议性的法案，你们都不敢冲。争议性的法案、对抗性的法案，对不对？你们行政院都没有版本，我一列最少十个，最少十个。我刚刚提了吗？转型正义条例这个够争议的，对不对？政党法够争议的，人民游行的集会游行法够争议的，你们通通没有版本，不敢有版本呐、啊，什么意思？所以你的角色不见了，你知道吗？你的角色不见的。谢谢你的指教。我就看到，我想我们跟党团会有充分的沟通。那么如果说不一样啦，对不起哈、哦，对不起，你要了解，我们不是内阁制，立法委员是监督你的，现在变成一个这样子。我刚说过是外星内阁一样嘛，哇，总统头大，然后呢，这边行政院，这边立法院。当然是我们接受立法院监督了，我们接受立法院监督，但是立法委员监督嘛，我们接受立法院监督，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所有的法案最后还是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嘛，所以我们当然要跟立法委员。你们是跟着立法院在走啊，你们等于立法院的税函的呀，这东西不乐见，不会有这个问题了，非全民之福了哈，不会有这个问题，放心。我们在看了、啊、最近那个造风的事情产生了，我们就发现到云朗的治安很有问题耶。我们，你知不知道有个事情？这个你是财经的啊，瑞星银行啊，发现上面那个 Window 啊，它是 copy 版，不是正版的，啊，这个我们的丁主委知道吧？是，啊，你知道这个事吧？是，对，怎么会这么离谱？那个我们的 ATM 的机器用盗版的，用盗版的，你们查一下多少的我们的 ATM 多少是盗版，都把盗版到什么意思？就你的资料通通会被拿走哎。这个多么的危险呐、啊！啊，我就从这个兆丰开始谈起，就发现，哎，我们这个东西啊，我们的金管会的角色在这方面的这个金流的这支流的角色啊，令人担忧。你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个？治安这一块，我们在、啊、我们治安这一块，我们拼命在处理了。那这个刚刚讲的有一些那个，我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啊，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哎呦，乖乖，你都不知道。有银行，它的 ATM 居然是盗版的软体 ，Windows 盗版软体，你知道吗？那家银行叫瑞星银行。我们看到一银的 ATM 的盗版事件的兆丰事件等等的，这个你要不要定期抽查银行的安管，如何提升这个银行的治安的东西？这个地方我们有，我们有这个。同样的，这个大概不是你能回答的，院长，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最后一个比较，我认为是还蛮重要的，小米手机，嗯。你用的手机不是小米的吧？不是，哎，我也不是，哎，对。小米在2014年，它叫红米，红米手机啊被发现，它的资料都回传到北京的 server。这个、啊，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资料进去以后，它就传走了，传到北京那边去了。啊，这里面包括手机的 IMEI， 包括它电脑需要等等的，这里面而且自动的更新。2016年。又发现小米4发现有后门的程式回传到用户的手机资料这一部分呢、啊，这一部分，请问院长要不要真的认真考虑公部门要禁止这一类手机、啊？这个了解公部门应该是没有在使用小米手机，不过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去这个。你可以要求啊，
说不定有人用，因为小米手机好用便宜啊，对不对？个人私人的手机啊，私人手机当然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政府部门所你们的配的这个手机是不会用的，你们的什么叫做科技部吧，是不是？还是你们的治安？我们有一个治安办公室，对，治安办公室要把这个东西信息强烈的传送出去。好的，我们来了解，告诉老百姓，或者我们会请有关，你可以要求，我们可以要求最少一个诉求，最后一个，请你看一下，要求业者在产品的外章注明相关信息，你可以买可以，但是你的资讯 automatically 被传到中国大陆北京，那这个好像抽烟有害健康一样。如果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请通函会来了解您刚才讲的问题是不是存在啊？可以做啊。接着，请吴玉琴委员质询，询答时间30分钟。主席，请林院长。请林院长。还有我们经济部李部长，还有原能会的谢主委。李部长。吴委员好。院长好，辛苦了一下午的时间哈。谢谢，没问题。对。要来跟请教有关核废料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兰屿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族群，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啊。那兰屿核废料的问题我想院长也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从69年这个原能会在那边规划设置建制之后，71年完工，那从当年度就开始核废料的一个这个运送都往兰屿送哈。那这个过程中大概也产出了大概9万多桶的这个核废料的一个这个量哈，到最近的整检之后呢，大概10万桶左右哈。那因为到85年大概量已经满了，所以就没有再送过去哈。那这个情况，兰屿人对于核废料送到他那边去，当时的用词是说要盖罐头工厂，所以当时被告知是这样。但是这个部分目前我相信总统府那边有所谓的这个相关的真相调查，会再做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底现在当时是怎么说的，我想这个部分会还原给我们原住民。可是到现在为止，兰屿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反核的运动这20-30年来其实没有停过，所以他把这个核废料视为是一个恶灵，所以他们是非常坚决的反对。那过去政府其实在我们本政府执政的时候，其实对兰屿也释出了非常多的一个承诺，希望能够帮把这个核废料来做一个迁移。我这边手上的资料也看到，95年其实当时有行政院兰屿储存厂迁移推动委员会，当时是由主席是何美月和政务委员，他当时有裁示95年是对兰屿人承诺10年内10年要做这个迁厂。那到今年的5月24号刚好就是满10年，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新政府上台的5天后，就是整个对兰屿的承诺希望能够作为迁厂的一个开始那我就很想问院长，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总统任期内这4年第一个任期内能够来完成或启动整个兰屿这个核废料的一个储存厂的一个迁移的动作？我们是不是请谢主委还是经济部？那个、经济部李部长来说明好吗？好，谢谢主委。对不起委员您好。那个有关于这个部分，在原能会上次这个开会之后，我们跟原能会一起配合，是由经济部来主管这个部分的业务。那我们在委托这个案子的时候，基本上目前回来的报告是分析，这个不是只是把它运出来，是要放到哪里去，那个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做完那一部分的报告，在选择要怎么样选址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现在正在做最后的结案的分析，这样子。所以还是朝无人岛的方式来做选址吗？那个部分我们列出了一大堆的条件做选址的这个规范，但是到底要选什么样的部分，我们觉得应该要全民共同面临核废，共同面对核废这个问题，所以会启动一个。等到规划完毕之后，会启动一个整体的委员会，一起来做选址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是因为知道的是说这个选址是还要经过公民的团体专家会议来做选址啊。那就我从台电的这个资料来做看到可行性的分析报告，说即使你选址确定之后，他要在无人岛上新建港口，还有储存这个坑道这些设施工程要16年呢。好，要花16年盖哈，那我也是产生怀疑的哈，因为当时在蓝屿盖的时候3年就完成了哈，那这个无人岛要盖16年，好，这个到底是不是台电在做延迟的动作？因为这个分析报告是非常奇怪，哎。报告委员好，基本上针对的刚才有关蓝屿储存厂圈址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刚才李部长已经说明的非常清楚。基本上呢，因为在105年3月，就是本年三月呢，基本上有关蓝屿储存所的这个最终厂址这个堆放的这一部分呢，因为延宕嘛，所以说基本上呢，原能会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的处置。那针对这呢，我们在6月底呢，我们也发函给经济部，经济部基本上呢，在9月底，就是马上啊，就马上就应该要提出有关堆放的这个替代的方案，是啊，可行性评估，那送给台电，送给经济部，那经济部。刚才李部长所说的就是根据那个相关的，那刚才您所提到的所谓16年，基本上呢我们原能会基本上有一定的管制的基础，那针对这一块呢我们在今年在6月底的时候也曾经发案给经济部，请他跟台电，请他们在这个12月底呢基本上呢提出蓝屿圈厂的这个实施计划跟时程表，我特别要强调有时程表，是那在这个地方呢，当然这个地方你们会牵扯到一些相关的问题了哈。是。那但是呢，因为现在时程还没有到。我知道谢主委，你接到的这个迁厂的这个，即使说盖好了，迁厂的一个期程会是怎么样的？不是，我是说针对的蓝屿圈厂的实施计划。是。啊，是。我们要求。我看到台电的评估是这样哦，5年造船因为要还要运嘛，所以现在那个电光一号已经报废了，所以他还要再盖船要花5年，然后运送要花4年，3艘船去盖去运输还要4年，然后呢要恢复整个蓝屿的这个厂址的这个恢复要4年，总要13年，是这个是合理的时间吗？我们原先是认为原能会这部分的立场基本上是。当初就是在今年三月，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把他的堆放的最终处置的厂址做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所提出来的，希望他在本年度年底能够提出有关蓝屿圈储存厂圈址的这个实施计划跟时程表。我们基本上是很希望他能够在大概会多久可以完成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时程是比他要短。我们当初的时程是过，那但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提出那个计划给我们看，我们没有办法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是，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当初针对的这一块呢，我们有原能会本身有自己的规划啊，所以说呢，只是我们现在有听说谣传，就是刚才您所说的13年，甚至还有人讲的更久，18年。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这部分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相关的计划书啊，实施计划书，所以说基本上这方面我在这个地方呢没办法跟。因为我非常关注这件事，所以有跟台电这边也多做了一些了解，他们现在的分析报告情况真的是让我有点担忧了哈。即使无人岛的选址完成了，要16年才能盖好，然后迁移又要花13年，都不是我们在座的几位我们的政府官员可以承诺的事。是是，在这边我特别跟这个委员报告一下哈，我想新政府上来以后，我特别在针对这一块我特别强调一下，我相信经济部也好，台电也好，还有原能会也好，基本上呢，我们都希望能够迅速的推动这些有关这个相关，特别是蔡总统基本上已经针对的这个蓝屿这一部分，他有提出这个相关的这个道歉的事情嘛，所以我在这部分，我相信我们会积极的在推动这件事情，也希望委员也时时刻刻给我们督促哈，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的那个完整。有一个策略的部分，大家跟提醒的是，因为如果真的要启动这样的一个运送，我们的电光二号可能要开始建造了哈，这个建造要花时间，不能都没有建造，那到时候真的要搬运，我想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后端基金里面预算能够编列预算，能够及早来启动这个建造？是跟委员报告。在这个电光二号这一部分的考量点，
那个原来的图面跟整体的造船能力，台湾都还存在的。是，所以时间应该可以缩短吧，不用到五年吧。那个部分不是大的，最大的问题是选址选在哪里，是那个全民共同面对。来，选址我就要跟您再做一个讨论哈。现在这个选址是我觉得，因为无人岛的这个事情我是不太支持的哈，因为台湾的海域其实就是金门嘛哈，还有金马跟这个澎湖。这些都是金马太靠近中国大陆了，那澎湖又是个自然观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区，要保护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把那个核废料放在那一边哦？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选址是有一些问题的哦。所以从过去可能族群不正义，现在要变成生态不正义的一个做法哈，所以我本身是不支持的。但怎么样解决这个难以核废料储存这个的一个暂存的一个问题，我本席做了一个建议，因为这部分是来自我们自己行政部门的一些资料啊。目前虽然我们难以八十五年已经没有核废料再运送进来，可是我们本岛在三个这个核电厂在产生的低放射性的这个物品还是有的哈，所以本身在这样的一个现存的一个低放射储存的设备里面，大概有30万桶的量能啊。那在这个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估计电厂三个电厂40年后除役之后所产生的废气这个运转的废气总量大概42万3000多桶。如果再加上我们蓝屿的10万多桶，其实目前的30万桶的这个存量是够用的。我要强调是够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三座核电厂里面的这个储存低阶啊的暂存的一个空间是够用的，所以根本没有减值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先作为一个中继站，中间储存的一个这个空间是往三个核电厂来做一个放置呢？报告委员，基本上这个是这个是考量的方法之一了。那基本上是这样，其实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低放也好啊，低放的这一块的部分呢，事实上呢，台电呢或是经济部呢，他所提出来有关南屿储存厂圈子的这一块，基本上在原能会里面哈，我们当然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了啊。那基本上呢，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两个，一个就是在核一、核二、核三厂，它本身就有这个低放的一个储存库，储存的空间。这是那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去找一个就是所谓的集中储存啊，集中储存的厂址，然后采用所谓的集中储存，那就是类似所谓的中途之家这种方式。那这个基本上的这些要采用哪一种方式呢？基本上是经济部的权责。是经济部的权责，那我们只能够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只能想。不过呢，你刚才所提到这一块，据我所了解，新北市啊，新北合一合二的这个新北市啊，基本上地方政府他不见得就是完全的同意，因为他很担心啊，将来这个本来是您所说的这个 interim 的 storage， 那就是暂时储存，这个暂时储存可能会变成 terminal storage， 他们担心这个问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呢，新北市的所有的居民包括新北市的政府，基本上他们都很担心。事实上站在原能会的立场，我们已经不断的这个跟他们强调说，事实上不会做到这一点。同时我特别强调一下，我们虽然针对的这个有关的干储的这一块，我们也在发执照的时候，原先的时候呢是采用是一次发40年，那么现在呢我们采纳了这个地方民众的这个想法，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一次是20年，主要目的呢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宣示，让社会大众还有地方人民知道这是只是一个暂时储存。是，所以您的看法我同意。对，我的态度也是暂时的储存。是是是，因为您的想法可是院长前阵子去北海岸地区，新北的地方政府他基本上你要运回去之后，基本上他们会有很大的反应。我知道北海岸的居民也在反映的是核一核二除役之后，他不希望这边是最终的储存厂，还是希望能够政府还是能够处理的是整个核废料的最终储存厂，还是要面对这个课题。我知道这是非常难的课题，不然为什么我们要恢复家园？因为这个是我们没办法处理的一个核废料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朝恢复家园来努力。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政府大概一个有负责任的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的一个面对。不晓得院长是不是可以一起来思考，把这个暂时性的把这个核废料蓝屿的核废料可以运送
有去处，不然我们永远都等你选址，等你再去找这些地方，大概也是很漫长的一条路。谢谢吴委员指教。我想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解决的。但不只是兰屿的部分啊，包含一些目前合一合二的也有这个问题嘛。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方法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思考，包含我上次去青山地区的时候，他们也提到是不是要有一个就是集中储存厂啊。那么作为一个中期的这个安置地方，那这个部分当然我想我们都会开放来讨论，因为毕竟就是在核电的这个发电这个结束之后呢，所有的这个核废料处理啊，我们需要去面对它。那但是我们的面对一个基本原则，就希望公开透明，不会像以前这样做法。那么透过这个公开的讨论来做一个决定。那不管是集中储存厂，或者是像目前所讲的先去啊，找一个这个蓝屿部分是不是要找一个无人岛？这个部分呢，都是可以来公开讨论的。好，谢谢。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可避免，而且要面对的一个政治的课题啦。因为我想到放哪里，大家都不会同意的。是的，我们一定会面对。好，谢谢两位这个还有院长先请回，因为我现在要问教育部部长。谢谢，好，谢谢。让院长休息一下。好，谢谢。好，我请问一下教育部部长。请教育部潘部长。委员好，潘部长好啊。因为我们在长照十年的计划里面，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很努力在寻找一些闲置空间，要活化作为长照的用途。甚至我们社福身心障碍的团体也都是在寻找很多的这个空间要来活化哦。那各地方政府也都一直在争取这相关的一个空间，可是非常难哈。那尤其是少子女化之后，其实大家每次谈到，大家都谈到中小学。好的闲置空间，我很想问部长，对于目前我们对于中小学的这些校舍的这个空间活化，不晓得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还有它到底活化了哪些多少的学校，有没有资讯可以让我们查得到？是我跟委员报告，那么针对有关国中小的校舍了，当然这个部分是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他们在主管，但是教育部也觉得说这个未来因应整个少子化的趋势啊，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大家共同来思考，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些校舍上面啊可以做更多活化利用，是。那么也因为这样也有建制了一个整个这样一个活化空间的一个统计整理跟分析的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里面的内容是可以再做一个更深化。那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比较希望这些空间啊，除了做教学的使用以外啊，那么有很多应该包含对于我们说幼托的这些设施啊，或是我们也包含有一些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比较属于老人家终身学习的哈，像一些乐龄长青的这些。部长，您有已经讨论到，因为我知道你们过去的这个活化的一个列管，大概都是针对病校跟废校来做列管。是吗？还是有针对闲置的教室？是闲置的教室。是吗？哦，因为我们每次在做闲置教室的一个搜寻跟了解的情况下，校长常常告诉我们没有闲置教室。好，因为它上面很多时候教室上面就会挂一个就是烹饪教室啊、电脑教室啊、才艺教室，甚至还有作文教室哈，各种教室只要挂个牌都是没有闲置。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地方是常常发生的，所以我们每次去跟地方政府或是跟学校沟通的时候，常常是吃闭门羹。是我这个我跟委员补充报，您这个部分有更多的这个这个所谓闲置教室的释出的这样的空间，或是所谓的政策吗？是这些整个在政策上我们也有它的引导了哈，像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规划有关学前公共化的这样的措施，那这个是。当然也未来也会有一些阻力，我在地方听到也有一些阻力。我们公立的或非盈利的这些是由教育部也会编列相关的经费来跟地方政府啊来共同合作哈。那像尤其是从明年开始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提升学前公共化的比例啊，也希望把逐年把从3:7啊能够提升到4:6这样的一个比例哦，在希望在未来的4年呢、啊、能够来往这样的目标来努力。
部长这边有没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教育部可不可以定出一个这个学生人需教室的，就是以多少学生需要多少教室的比例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哪些是所谓闲置教室？因为我们现在实在碰到太多的这种行政作为，就告诉我们是没有闲置教室的，因为他可以用各种理由告诉我们。如果政府教育部可以有这样的引导，那我们释出了一个闲置教室，再放开放给我们的。非营利组织或是政府部门来做善加应用，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托儿的托婴的政策这个措施，其实老人身心障碍也非常多，需要这方面的一个设施，因为中小学刚好就在社区里面，是非常贴近民众需要的一个空间。是谢谢委员这个关心哈。那目前确实在整个校舍使用上是有它的计算的标准哈，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当然，这部分我看是几个人需要一间教室。他因为还有配置有关专科教室等等的哈，他倒不是只是纯粹。可是有时候专科教室太腐烂，像我刚刚提到又有作文教室。那这部分我想在落实上呢，因为过去我也在地方政府服务一段不同地方政府，一定是要跟地方政府做相对的配合哈。我就举我在台中市服务，其实我是召开过跨局处，包含以教育局为主要的统筹哈，那逐一去。做这方面的检视，它比较容易落实，比较不会像刚才委员提到，学校可能用一个名字，事实上它使用频率各方面并不高。那我想这部分教育部除了我们说有一些政策的引导之外，我想也会跟地方政府教育局处来共同将这些资源做更有效的运用。其实真的很期望潘部长，因为从地方来就知道，我们在跟地方政府沟通的过程中，教育局是最难沟通的因为他们一直守住他自己的范围，不愿意释出资源。可是少子女化这是个趋势所以教这个学校的空间怎么样善加应用，我觉得您这边可能还要跟我们地方政府再好好的沟通，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教育部门能够来做指导的话，他们在释出上面态度上面可能会更好一点。我想教育部除了不管对托幼托老或一般在我们公共这些可以来善用的这部分的政策来做规划之外，我想也会积极跟县市政府教育局处在这上面来共同努力。好，谢谢。好，是我接下来要不好意思，主席，我要请那个我们原民会以降主委，还有卫武部林部长，以及内政部叶部长。内政部叶部长，卫福部林部长，然后原民会以降主委。三位部会首长，我想问的是偏乡跟原乡地区的有关长照资源建置的问题，现在碰到也是空间的问题要请教三位首长哈。因为我自己在偏乡地区参与相关的工作，会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只要我们的这个服务在偏乡没有服务，我们很多失能的长者，他第一个就是被家人带出去哈，离开他自己熟悉的原住民部落、偏乡部落，到一个都会地方去生活。他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就是没办法做在地老化，到一个他陌生的地方过最后的终老。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偏乡地区面对的一个课题那我自己在非常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里面，尤其像兰屿这样的一个地方，全岛大概只有卫生所、乡公所，还有一个兰恩基金会是有合法的房舍。土地跟房舍这个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们就是因为在原乡地区几乎没有所谓合法房屋。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还有不只是这样，现在很多的原住民地区都坐落在林地属于森林法规范农牧用地、保留地还有甚至是国家公园反正就是非常多都在原住民地区，那这些地方是不是可以作为社会福利用地？这都是问题，所以这些问题牵涉到非常多的部会，不是只有三位部会的首长而已，是牵涉到非常多的部会。现在要问的可能是林部长跟以降主委我们偏乡原住民地区长照机构找不到这个合法的空间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未来长照 2.0 即将开启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社区的服务是长不出来的。不晓得两个部门在这个部分有过去有做什么样的协调，以及有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好，第一个在长照里面，我们跟原民会有一个长照业务的合作平台，我们很多的这个业务都会到这个地方来讨论。第二个呢，就是长照服务机构的这个设置标准，这当然还是在草案会送出来。那这个在里面规定，对设置有困难者的专案报请直辖县市主管机构邀请
原住民代表及专家学者共同来审查，有这样的是哦，好，那这部分是不是也建议哈？因为其实我们有潜力可循哎，因为我们在教育部的幼造法里面哈，针对我们偏乡非都市计划外的地区，对于只要没有危险之余哈，是可以用结构安全鉴定证明来作为这个合法房屋的一个替代啦。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提供给两个卫福部未来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这部分可以考量？因为这原住民地区或非都市地区，真的要找到合法的房屋执照或是合法的建地是有困难的。这我是不是跟委员说明一下哈？确实，在土地跟建管这一部分哈，那针对这些公益非盈利性的这些，包括长照啊，包括儿童教育啊，包括照护设施这一些哈。那确实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弹性的做法哈，那在建这个使用执照没有办法拿到之前哈，那尽量能够让结构安全证明也能够去啊，也能够去啊去当成这样的一个证明。那除此之外呢，刚才其实所说的确实是如此，因为这个是一个跨部会，那这个平台呢现在有在运行。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相互能够把这样做出来。因为其实我很期望的是，我们这个卫福部跟内政部和我们原民会这边，真的要有一个跨部会的协调的平台，因为要面临我现在长照 2.0 即将上路哦，我其实最蛮担心就钱之外、人之外，其实就是空间，因为没有空间，其实在服务的输送上面还是会长不出服务来哈，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解决，尤其是土地的取得、建物的取得，如果没有一并去做解决的话，我们服务单位真的苦不堪言，想要去服务，但是法规不符合哈，或是土没有合法的土地哈或建物哈，这个都是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不是有单一窗口可以处理？目前是有这样一个平台在运作。是谁主责呢？其实是几个，我们配合，我们一方面配合卫福部，一方面配合原民会，因为内政部其实是比较配合性的。那这一方面的，我了解现在的这个互动平台都有在动。所以主责还是在卫福部。对。哦，好，所以这个卫福部部长是不是？因为可是我是觉得，内政部真的很大关系，因为建管消防都在你手上。哦，所以那个，我们过去跟建管消防的对话，真的是有时候蛮辛苦的。这一部分我们有注意，然后会尽量来看怎么样来做配合。好，谢谢。那我要来请院长，谢谢。女院长。院长，不好意思，要再请您上来。好，因为刚也提到这个偏乡地区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涉及了非常多的法令啊。那我很期望说，是不是在行政院这边会有一个检视相关法规的一个专案小组，能够针对原住民和偏乡地区哈这样的相关法规来做相关的检视，哦，让原住民地区的一个用地可以取得，比较容易取得，还有相关的这个服务可以做一些能够输送。嗯，好的，我想针对这个偏乡地区的需求啊，我们可以就是请这个就是主管机关啊，那么在就这个部分能够有一个窗口或者一个专案，能够就这个他们的需求来做一些考量，是不是有可能去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部分能不能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好的方法？如果真的有需要做一些法令修改的话，我们会指定政务委员来处理。像我举例，像森林法里面就没有社会福利用地。好，就是在森林，如果这是一个森林符合森林法里面的场地，它就是不能作为社会福利用地，所以即使社福团单位想要这边设施好或是机构也是不行的，所以可能要一并来检视，因为我们的原住民地区其实真的都是山地保留地，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相关法规可能要一起来做一些检视，甚至刚刚提到就是单一窗口有一个比较可以帮忙他们解决的，因为像过去我在协助海端地区设日照，他们一个活动中心已经算是合法的场地了，可是他整个变更下来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好，那公文跑了二三十个公文之后又跑两次，就整个程序非常的繁琐，
就是造成整个服务的一个建制是非常耗时的。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是不是在长照 2.0 在启动的同时，其实要 解决这些行政的作业。谢谢。那我想这样好不好？那个就是有关像长照这个你所需要这个解决的这些问题哦，因为目前我们是有林万一政委员在处理嘛。是。那相关的这个需要去协调其他部会要去修改法规，或者说是不需要修改法规，他就能处理部分，我们都请他来做一个窗口。那么您如果这边有其他的，如果今天不能谈到问题，日后都可以再跟林政委再来联系，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那有关这接下来就是有关社会住宅的议题哈。那昨天其实我有跟叶部长做了一些请教哈。现在我觉得我们新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对于住宅的问题解决非常努力啊，包括住宅法已经做大幅的修订啊，那也有明年开始有房屋的一个租赁的定型化契约要启动哈，那也有所谓租赁的管理办法即将哈，大家都眼里的差不多了哈，那我们的弱势者的保障也从10%提升到30%，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新政府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我们社福单位弱势团体最关注的其实是有一个条文哦，就是我们主管机关呢是依这个承租者的所得状况跟负担能力及市场的行情定这个分级收费的基准。那昨天其实我就在请教部长哦，就我们其实社福单位最关心的是这个分级收费的基准。如果跟标准的一个租金的差价，到底是谁要负担？是住宅部门呢，还是社政部门？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台北市的经验是挤压到社政部门要去负担这个差价，哈。那我是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社会福利的一个这个影响是会排挤的。委员关切的应该是住宅法草案第25条，又有关租金分级费率那一个问题。那社会住宅本身。它的租金已经比一般的行情 要低，是，但是在低的状况之下，还是要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境，然后来做集聚，是，只是说这个集聚是一个全部统筹的集聚，由中央来定，或者是由地方政府根据它的状况个别去定。现在住宅法的设计是让地方政府根据他特别的状况去定这个集聚，那是不是可以请内政部这边还是来比较引导性的来请地方政府朝着就是住宅部门来负担这样的一个差价呢？委员讲的在精神上是应该由中央对于整个住宅法的精神，各个地方政府在定这些集聚的时候。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请王定宇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谢谢主席哈，麻烦请国防部长，请国防部冯部长。王委员好，部长，我是今天质询的最后一位哈，我接下来要询问的是云豹八轮假车的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为什么重要呢？这个 CM32 云豹八轮甲车是我们武器国造非常重要的一个单项，它的采购产生的弊端，我们必须
汲取教训来防避，因为从今年开始，未来的四年、五年、八年，武器国造陆海空军的将会有大量的采购案，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案的询答，也让院长参考，当我们将来有大量的采购的时候，类似的弊端会不会在其他的品项发生？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犯罪。我先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案子，在民国101年，军备局，我们自己武器国造要买这个云豹的动力底盘系统，它总共有五大系统。那动力底盘系统呢，里面又分成九大个品项。这九大品项呢，我们要开始进行采购。那采购当时的标单的金额是786475万，要采购326套动力底盘，这金额很高，而且是第一笔。第一笔呢是326套，得标的厂商如果做得不错的话，接下来还有一笔80亿5775万334套，所以660几辆的这个云豹甲车会让同一个厂商会让他得到。所以他招标的时候，中兴电工他用多少钱来标这个78亿的案呢？他用48亿，他用低价标下了这个案子。标下来之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把里面这个九大系统其中五个系统都分包出去，分包出去不够，还做假合约，假合约不够，里面的零件还采购中国的零件，那被抓到了。被抓到之后，里面就很多分成很多案子，其中我这边有判决书的，这判决书是中兴电工下面找了一群人，其实都他们自己的人，他的分包商。分包在我们的合约里面是不可以的，除非军备局同意。他分包出去还做假合约，套出去呢几千万，被抓到。被抓到之后呢，全部认罪哦。所以法院是用减速判刑，就通通判罪，然后有的是缓刑3年，他们是全部认罪，写假合约，都是根据这云豹假车的合约。那这个后来呢，另外还有一个案子，也是跟这个行为有关系的。我光讲里面一个情形，你当过连队长，当过指挥官，你听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209兵工厂，我们的雇员叫李迪光，这个云豹假车要验收的时候，这些厂商因为他用低价标，他的备料根本不够，所以第六批的假车验收过了。接下来验收第七批的时候，零件有缺，我们的雇员把仓库的门打开，让他们跑进去，把第六批验收过的拆下来，去装在第七批即将验收的，让军方验收过关。这位李迪光现在收押进监。在我们之前的临时会的会期的时候，还有之前定期会的时候，我们问过这个事情，军备局告诉我们回答，不管是我罗志正或蔡适应回答是说啊，这个一审判决我们就会解约。他把解约的条件设定在一审判决，结果最近我看收到你们交给我们立法院的缩帖，说你们找了工程会去研究，这个不构成解约，因为一审判决有罪是包商跟分包商之间的做假账、做假合约，所以不构成解约的条件。我先请问部长，这样一个采购案，用不良品、用分包、用假合约、用行贿，我们军方、我们国防部在这次会期回给我们的回答是不能解约，没有达到解约标准，因为那个一审判决的跟这个事情无关。你怎么看这个事情？首先给委员报告，这个是国军数千项采购案中间的个案，而不是通案。第二个呢，这个事情的发生呢，都不在我们新内阁的。当然，我现在请问你说，你们为什么不解？你们不能解约的原因在哪里？这个我要回答您问题之前，要先讲明白，我们新内阁从我开始，包括院长的指示，我们对于采购案都管制得非常非常的严。这个我待会儿跟你讨论这一块。所有的全国老百姓都放心，这个弊案会越来越少。我们放心要建立在制度上，我们待会可以讨论这个。我现在是说，你们现在回文回来说不能解约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不能解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的司法审判都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为了尊重司法审判，这个是你的军备局或者你的幕僚告诉你的，部长还有院长
我现在以建议的角度让你听听看啊。那个财务的判一审判决在这里，那你们的解释是说这个判决是针对包商跟分包商，那我们军方采购呢是针对包商，所以他们那个之间的纠纷哦，不关我们的事，不构成解约的要件，大概是这样解释。可是我这一本是云豹甲车的采购合约的全部，我把它读完，除了里面有规定哈，它在里面呢有关转包的是写在第六条，六之一、六之二里面都写，六之一说主要的部分是不准转包，六之二写的是非主要部分，就算你分包了，乙方也要负全部责任，也就是分包商那边有事情，不好意思，你这个承包商乙方还是要负完全责任。那你们现在用这个不能当作解约的理由，还有一个说不过去在哪里呢？我用李迪光做例子，李迪光是我们里面的雇员，他们用什么样的利润去诱惑他呢？说这个假车哈，我要交货给军方，你帮我介绍外面的焊接厂，焊接一个油箱，我给你7200块介绍费。他总共拿了200零几万，你们解雇他喽？你们解雇他用的理由是在外兼差。部长，你觉得那个行为是兼差吗？还是收贿？我对这种案子不予置评的，因为不是我任内的事情。不，你现在要管了，现在你还在编预算继续执行呢。这继续执行的时候，我们会更严厉。不，你现在如果没法置评，你听我把故事讲完。这位李迪光介绍到最后开仓库的门，让他们进去拆验收过的零件，去装在未验收的车子上，然后他获利200多万。你们明明知道他收贿，因为根据我们工程会的规定，任何不当的利益的给予都是属于佣金，而在这一本合约里面第19条，送佣金送不当利益都构成解约要件，不用判决哦。你们在调查李迪光的时候，他都承认这一块了，他被收押禁见起来了。在外兼差哈，军备局的雇员在外兼差不会收押禁见的，所以根据19条，他得到了不当利益，我们军方就可以跟中心电工解约。这个我让部长，你如果记下来，你可以执行，因为不在你任内发生的。而且你说好，我们千千万万项，这是一个个案，光这家公司分出去的子公司被判有罪的有几项，你知道吗？我光这家公司，我就查到3个案子被判有罪，他分了好几个名字，所以你先不要讲是个案。所以解约的要件在合约里面已经构成，那你们现在不解约产生什么状况？中心电工现在继续执行，我们轮车上面装的零件继续在用，这不对啊，这是我们国军弟兄要用的武器啊。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有瑕疵，发现他有行贿，我们解约跟他求偿，叫他把钱赔出来，把不良品换成良品，不良品指的是中国制品。这个时候对未来要采购的人或者未来要标的标商才能够杀鸡儆猴，你们条文都有，他们的犯罪的样态也都在。多请教部长，如果李迪光这个根据条文里面他行贿不当利益是可以构成解约的，里面的分包也是乱七八糟，以前的军备局局长不知道为什么会同意，验收的人也收贿，都在起诉书里面。这个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起诉书也有，有的要等一审判决，可是我们的解约条件不在一审判决哦，你只要有那个事实就可以解约了。所以部长，这些资料如果你回去研读完，确实如我所言，你愿不愿意朝跟中心电工解约的方向来处理？对于委员指导的方向，我们予以尊重。回去我就照你的意思，我们回去检讨。检讨完，为什么该解约要解约，你才能求偿？他后面不能再来标了，否则你们现在知道荒谬的事情是中心电工哦，你们后面那个80亿的标案，他还可以来标，你们只是取消他的优先续约权。这样子的采购会让我们对未来的武器国造会担心，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希望它真的是个案，而制度该怎么建立呢？
要求解约、求偿，而且把车上不对的零件拔下来，给我换对的零件。我们上面装着中共的零件呢，费用要他出，要把它装上去。对未来新的标案，有一两个具体的建议，我给你。我们合约里面有一个后门条款，院长，这一本我也会给你。我们军备局在过去旧政府时期签的合约叫这一种哈，他采购合约的第18条都写，不可以用同等品，你要给我用的是，我要你买这个零件，你就要买正厂的这个零件。第十八条，同等品没有。可在后面的说明里面多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参考用的，本案蓝图标示参考商员部分仅供乙方，就是标商参考，乙方得以其他产品取代，只要符合蓝图信人验收就可以了。这叫后门条款，你回去研究看办法把这条款划掉。我已经花那样的钱买了，你就用正品给我，否则他就敢用48亿标你的78亿，然后呢，因为你后面那个80亿，他有优先的权，他后面就不降价了，你懂意思吗？然后他呢用同级品就劣质品来让他把价格压低，他还有利润可循。所以在这个过去的合约里面，不准有同等品，后面又留一个后门说这个参考的，你可以参考蓝图的信人符合就可以了。而信人符合里面又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地检署的检察官来抽验云豹假车，抽5辆，有2辆有瑕疵故障，40%。贵部报给我们立法院询答的资料是，虽然他们好像有些弊案，可是云豹假车我们测了之后非常好，有99%的妥善率。检察官来抽查40%不合格，你们自己检查99%合格，我该相信谁？我是要相信外部稽核，还是要相信内部采购？所以这一个后门条款，我建议你们新的合约要把它删掉，否则干脆摆明的写你可以用同质品，否则上面写不行用，后面又开个后门说只要同样技能都可以，这是开后门养鬼条款。然后另外有一个做法，农委会我觉得最近做一个事情是不错，台北果菜运销公司在临聘新的董事的时候放了一个检察官在里面，我不知道军方该怎么做，这个我没有具体做法，院长或者其他或秘书长这边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军事的采购里面有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引进类似外部检查、外部稽核的方式，放个检察官在里面，确保采购的透明跟司法性。这个我是建议，做不做得到我们研究看看，但是这个合约有问题，洞一定要补起来。所以有关这个案子，洪部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地方？首先我回到源头，您讲的这一个中兴电工啊，用低价竞标，那么我想给您报告，我们新的政府已经规定了，将后来我们所有的标案呢、都应该要选取对于我们规格上面合格的有利标来标。我想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杜绝或者是阻绝这一些不良的厂商来以低价来竞标。第二件事情啊，您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您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指导我们，我想我们会回去仔细的研究。第三个，所有的合约是否终止，我们会依据依法一定来执行。部长，终止合约建立典范，你敢乱来，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管你是军火商什么商，我给你解约。然后第二个，把漏洞补起来。第三个，将来采购制度引进外部稽核，果菜运销公司那个方式你可以参考看看。谢谢部长，你请回座。是，谢谢委员指导。接下来我要请教的是外交部长，麻烦李部长。请外交部李部长。王委员好，部长，我们就时间有限，我尽快来询问了。今天当然我们已经确认 ICAO 他不邀请我们，在我们的空域每一年有5800多万的人次将经过，对，数以百万计的次的飞机在那边飞行，153万次，然后不邀请我们参加，然后变成我们要在附近的饭店召开会外会，
看起来是实质有参与，因为多数的国家，欧盟支持我们参与，日本支持我们参与，美国支持我们参与，连主办国加拿大都支持我们参与。对，所以在外交上，让我们感觉挫败的是中国作梗不让我们参加，可是实质上在外交的环境上，我们这次得到的是相当大的支持，主要的国家都支持。我们这个驻外的同仁还有部内的同仁呢，为了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在做最大的努力。我们不是阿 Q 精神，对，台湾的外交从退出联合国那一年到现在都充满了困难。对，困难才刚开始。国际民航组织这么一个没有政治性的，他就把你打压成这样子，而且国际主流社会，我看六七成以上是支持我们参加，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会外会也可以得到实质的效果。可是我可以预计的，后面不管是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委员会，甚至将来明年的 WHA， 我们可能都要面对一个现实：当中国的海协会一个四等的官员、四品官都敢出来说你不接受九二共识，国际空间免谈，那就是定调了。所以面对可能全面封杀台湾国际空间，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法？我想经过 ICAO 这几天的发展以后啊，我想内部啊，我们又一定会重新的这个再思考。我想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为了我想，我们的困难来自于哪里？我们的困难来自于我们要维护国家的主权跟存在的事实。对，如果这两个不要的话，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参加了。我想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呢，我想中共在国际社会上，他坚持一中原则，他对于主权认为是不可以让渡的，是的的确确对我们的国际空间呢、啊。我们今天啊，民进党党团有开记者会哈，尤其是外交委员会。对。我们所有面对这事情困境，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我们一致对外。对，我们不希望国内有人拿这个当作对内政治批斗的说法，那样不好，不善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敌忾同仇的事，这是应该一致的对外的态度。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我们大概要面对一连串的国际社会、国际团体的压力。所以部长有没有突围的机会？还是都没有机会，干脆以后我们都在会场的外面饭店租房间。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定是保持一个这个积极进取的一个态度啊，来做最多的努力。那些是形容词，具体的做法你大概也不会在那边跟我讲。不过我们现在看到是参加渔业的换了证的进去了被赶出来 FAO。马英九执政的末期，今年的4月18号、19号。钢铁委员会换了证了，七个官员进去了，被中国叫主办单位们赶出来。对，那是纯技术。被赶出来的不是两个人、七个人，被赶出来是2300万人呐、啊。是的，是我们2300万人一起被这些团体坐在里面，大家在里面开会，板凳夹崩，叫你们台湾人出去、欸，哎，那个是多大的屈辱？对，非常对我们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安排的不适当，所以。请你们尽力突围，一定会。这件事情没有蓝绿，没有什么颜色色比，我们存在价值是要一起来创造的。2300万人存在价值被中共这样否定，他做了愚蠢的示范，我们要做聪明的回应。好，部长，谢谢你。好，谢谢。我希望我们在外交委员会可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现在花10分钟要请院长哈，请林院长。像前面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一分钟？不管是云豹假车采购这个案子，我建议，这不是建议啊，我要求解约，因为里面的合约是这样写。还有我们国际空间，中国的第一阶段的战术就是全面封杀我们的参加国际社群的这空间。你身为最高的行政首长，你怎么看这两件事情？好，第一个您提到的刚刚云豹假车采购的部分，那么我们会就于他云豹假车采购是不是要解约？以及它的整个制度，未来采购制度应该怎么样能够强化？那这两个部分，我会请那个我们工程会的那个吴鸿谋吴主任委员，以及那个我们的政委员林美珠林政委员啊，他们一起来协助国防部啊，就这部分呢来做一个专案小组来检讨，而且迅速给我们答案。是的，好，没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
有关您提到的这个参与国际民航组织这一次我们被排挤在外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我们的已经表示的态度是遗憾和不满之外，我们也应该会再来检讨啊，就是未来这个在两岸关系之间啊，要如何能够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在现在困境下呢，要如何能够让这个国际参与国际组织的部分啊，能够有一个更多的机会，那么我们会在这方面重新检讨我们应该有的立场和做法。院长，民众看到不满当然知道，可民众更期待的是我们的行政团队要有做法，也许短期看不出来，长期的是我们的国际空间不能建立在中国的首肯之下，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生命线、啊、我们参与的权利绝对不是别人施舍来的，是靠我们自己争取来的，那么施舍来的也是假的，平等和尊严还有有贡献的参与国际组织，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接下来要讲下面这个案子，之前我先给院长谢谢也鼓励一下，我跟赖市长谈了好几次，他说我们台南有几个很大的案子面对很多年的困难，谢谢你在100天之内帮我们解决了，不管是巨蛋的展览会馆，是吴敦义当行政院长的时候答应的，一直没有动静，你解决了，预算也编进去了，我们的这个绿能园区还有中研院南迁的土地专案烂售案卡很久，你在3个月内帮我们解决了，这些效率的反应实质没有反映在对你施政的满意度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可惜，那个是实质有效，而且那个地方的人充满感谢，而且他们不相信是真的，他一定要看到明年动土才相信是真的。那这个感谢以外，我今天再给你一个建议，这个地方如果院长仔细看的话，奇美博物馆，院长你知道奇美博物馆一年有多少人次吗？我知道他有受到管制，否则人次会更多，那么事实上我不给你考试了，一年有160万人，我再回到前面那一张图，他一年有160万人次来到最大的私人博物馆这个地方，然后呢他的前面这条蓝色的路是纵贯线，然后后面这个黄色的这条路叫做文贤路，然后前面博物馆夹在中间，下面呢那边有一个文贤桥，是我们中央水利署在管的 一座桥，你知道现在多数来到奇美博物馆的人是开车来的，可我们都鼓励他，你可以坐台铁的火车，坐到永保安康的保安火车站下来，走没几步路都到奇美博物馆了。可是那座桥，两台车开过去的时候，行人就要被逼着跳河了，很小。所以游览车在那边绕圈圈的时候，后面这条黄色的替代道路整个会涌塞住。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我们看下一张，在奇美博物馆一年有160万人次，目前我们去，这都是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平均停留的时间是2到3小时，都是汽车游览车来的，很少坐大众运输来的。然后呢，门票光算门票还没有算周边消费，每人400元，这个时候他的出估呢，目前就可以有6亿4000多万元的收益。来的游客呢，以东南亚、欧美、日本为多，当然陆客团也是有。我把这数字跟你报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后面的桥梁改建拓宽，我跟台南市政府谈道路的拓宽，我们可以自己来处理，让游客可以搭火车从那边火车走过来，降低交通的冲击以外，你们现在旁边 也补助盖了3座桥，旁边会有脚踏车环带，让游客在那边多停留几小时。因为根据研究，游客停留的时间越长，他的单位消费会越高，这个叫做拼经济的方案。所以院长，你回去研究看看，因为这个文贤桥跨距不大，金额不大，但是可以弄宽来，让行人脚踏车可以经过。那旁边的道路的拓宽由市政府来协助，我们就可以把奇美博物馆做一个中心点，把周边的环带连接起来。环带有缺3座铁桥，横跨港尾沟溪、这个大甲排水跟三爷沟溪，院长，这个3座铁桥也要谢谢你，你们已经拨下来要做了。所以脚踏车以前的牛车路、牛车路它已经要连接起来了。现在就把这个桥拓宽以后，把道路拓宽以后，我们可以让游客停留，
而且不只看博物馆，周边去走的样态会更多，停留时间会更长，台铁在那个宝安车站的运输量会更大。这是一个小投资大收益的一件事情，院长可不可以列入考虑？好的，如果你讲这个部分，我们去请这个内政部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圈道路里面哈，去把这个部分放进来。我这边看到是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个是跟那个原来我们核定的那个仁德特二七号道路那个有关吗？还是没有关、哦？那是另外，那是旁边的另外一条。这一条呢，没有，你们这应该还没有列入生活圈道路。但那个桥是我们中央业管，所以我只跟你说桥，我跟你要地方管的道路没有道理。可那个桥梁是水利署的。哦、可以由水利署六合局来处理。你只要投资那一块周边的效益，我们可以把它带动起来。那整个发展哈、哦，会国际化的标准。前后道路有没有问题？前后道路，我们市政府，我来询答这个部分之前，我也跟市政府讨论过。所以这个桥如果可以提出来的话，我们会负责来协调。我们希望把执政的效益扩大，外部效益更大哈、哦。是的。所以这个案子，我今天没有办法要求你在那边马上答应或不答应，请院长是不是？审慎去把它考虑。好的，我们希望那个市政府也能够提出一个整个的配套计划，我们来看，我们希望这个下去之后是能够有效解决问题。我们其他计划赶快报上来，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呢，这个赖市长也是念之在之，因为毛治国，我现在跟你讲都是当年答应哈。我一开始夸奖院长是，你可以很迅速的把那个几年的答应的事情，本来叫拔蜡票的哈，现在票都有兑现哈。这个是我们的滨海哈，横跨曾文溪大桥，就是我们的六十一线跨这个曾文溪大桥，缺了一座桥。那这一座桥呢，曾经毛治国答应，可是一直没有编出来。这个桥也是属于中央业管哈。我这边最后的时间请教院长，我们中央好像也在考虑了，开始在研究了。这一座曾文溪大桥是台六十一线只缺这座桥，就连到台南市了，就连接起来了。跟旧的台南市区就连接起来了，唯一的缺口，台六十一线唯一的缺口，曾文溪大桥。院长，这个我就可能要麻烦你，能不能具体回答，要不要做，什么时候做？谢谢王委员。那个这个部分啊、哦，那个其实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思考中。那交通部对这个部分最近已经有一些看法，那么是不是请王市长来说明？来，部长请说。谢谢王委。那过去哈、哦，这个整个六十一线趁这一段主要是市草保护区的问题哈、哦。那现在我们的路线已经把它改到二等七号道路接国八，二等七号已经完成了嘛？对对，所以这部分都已经连起来了。那公路总局已经把这个可行性已经送过来，我们初步目前审查初步是可行，可行。但是就是说比较细节的这些部分会跟你现在初步评估是可行嘛？是是。那市民要听到的或国民要听到的是可行，接下来因为。从毛治国就说可行了，我们可行的很久了、啊。可行，我们什么时候会来做？这边我们会再跟这个包括台南市政府，还有包括在接下来市长如果交台南市政府这个案子已经送进来了。我知道，我们是程序这样，大概在交通部公路总局送到交通部，接下来就是往行政院这边。年底前会不会有答案？我们用最快的方式 来处理，就尽快有答案。那我本席等你们的回复，这样好不好？因为台六十一线最后剩这一段在台南变成一个拥塞了，没办法通哦。这一部分我们所以我就尽快有答案，我等你的答案。院长，最后一分钟，我给你的建议哈。事实上，我们行政院的行政团队解决问题的效率是高的。我高雄市政府我也听到他们这样讲，台南市政府我也听到一样的讲法。可是你被一些其他的事情整个掩盖住了，所以。对于这些具体有效的方案，如果你没有被绑在立法院的时间，我建议你都到县地去看。我真的真心建议你就到县地去看，看着让听当地人说，卡了六年的案子什么时候完成了，卡了三年的案子什么时候答应了，什么时候要动土，出去看，出去走，而且多接触民众的声音，你可以及时反应。我不是说这对民调有帮助。不只对民调有帮助，是对施政有帮助。当你具体解决那么多方案的时候，去现场第一次是听问题，再去是告诉你问题解决了。你现在缺了后面这一块。本席建议你，你如果来的话，你到台南，我们愿意陪着你，把解决好的问题一个一个让纳税人知道，这是有价值的。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谢谢院长，谢谢。
报告院会，本日会议排定质询的委员均已质询完毕，谢谢林院长、林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列席备询。现在做以下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报告质询，9月26日星期一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报告，并被质询。现在休息。